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上午邀请各位出席院会交付本委员会审查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第五场的公听会。本会在4月21号星期四审查民进党党团所提上述法案，就本条例之规范内容，包括其与其他法规以其他法规范之竞合问题立法目的，对不起哈，因为跑起来有一点喘哈，所以念起来不顺，不好意思啊，跑步的哦。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之任务、组织、职权与不当党产之保全等方面。此外，本条例草案与政党法草案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就不当党产处理之规范是否有矛盾冲突，又将人民或团体之财产推定为不当而强制收归国有等，是否过度侵害人权而有违宪问题。因此在审查过程中，有委员提议应该开公听会，听取专家学者及各界之多元意见，以使法案在未来审查时能凝聚共识，让法案能顺利通过。本会分别于5月2日、5月4日、5月12日、6月15日上午分别举行四场的公听会，其中共邀请了46位。第一场有13位，第二场有14位，第三场13位，第四场6位，共46位的专家学者。那有学者认为，过去政府对转型正义之作为较消极，有立法必要；也有学者认为，依据现有法令与组织已能够处理，不需要叠床架屋制定本法。本席乐意听见不同的声音，因此上午今天上午我们在加码举行第五场的公听会，这是本会有史以来就同一议案举行最多次公听会。期待各位学者、专家、团体代表以及有关机关代表发言，发表更多的意见，以求集思广益，让不同的看法透过公听会充分发言，供委员制定法案之参考，以利本条例在未来的审查更加周延。在会议进行前，我请代表本会对于各位的热心参与表示由衷的感谢。现在首先我们先介绍出席的专家学者、在场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首先现在这个是已经来的，有写的才来的。好，向各位介绍黄居正教授，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好，欢迎你，黄教授。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暨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柯朝清教授，柯教授欢迎你。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杨三义教授，杨教授欢迎你。文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杨泰顺杨教授，欢迎 杨主任。东海大学政治系邱思怡邱教授，欢迎你。台湾原垦农协会陈建宏秘书长，欢迎你，陈秘书长。好，等一下陆续到场的我们会补充介绍。向各位介绍与会的官员：行政院综合业务处处长严希林严处长，谢谢。原住民族委员综合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黄瑞莹，黄处长。监察院司法局预政委员会组长谢继珍，谢组长，谢谢。然后碰到认识的，
同学哈。法务部法制司检察官宋文宏宋检察官，谢谢。司法院刑事厅法官徐永煌徐法官，谢谢，欢迎你。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组长陈美芳陈组长，欢迎你。财政部国库署副组长张义新张副组长，谢谢。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专门委员许三荣许专门委员，文化部人事处专门委员叶雪梅叶专门委员，欢迎你。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检任视察邱成旭邱视察，欢迎你。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档案征集组副组长许长世许副组长，欢迎你。内政部民政司专门委员刘立芳专门委员，谢谢你。内政部地震司专门委员陈杰忠陈专门委员，欢迎你。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科长苏家善苏科长，欢迎你。总统府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淑珍郭主任委员，欢迎你。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林慧芬林处长，欢迎你。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王信惠 王副主任，欢迎你。国史馆副馆长何志林何副馆长，欢迎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专门委员林静文林专门委员，欢迎你。全区部法规司检任视察黄慧琴黄视察，欢迎您。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军法官陈振龙上校，欢迎您。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检任技证陈清梅陈技证，欢迎您。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科长李玉莹李科长，欢迎您。行政院主计处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梅英陈专门委员，欢迎你。客家委员会参事游进忠游参事，欢迎你。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组长萧崇仁萧组长，欢迎你。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事业管理处专门委员张小珍张专门委员，欢迎你。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科长邱世全邱科长，欢迎你。经济部水利署组长张广志张组长，欢迎你。经济部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友进邱副总经理，欢迎你。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廖继斌廖执行长，欢迎你。补充介绍：淡江大学公共行政系谢向庆谢教授也到场，欢迎，谢谢。补充介绍：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张英觉总干事，欢迎你。好 ，OK， 再来，请宣读公听会。讨论提纲还要再宣读一次吗？不用，我刚刚已经讲了嘛。是，好，刚刚我已经对于讨论提纲有做说明了哈。接下来我们邀请各位发言，发言之前有几点说明：一，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代表发言，发言顺序我们会依照签到的先后来，当为次序啦，也就是。来的时间先后，如需提前发言，请先告知主席台，我们会予以调整的哦。本院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如陆续到场，本席会穿插请委员发言，这个可能要跟大家先说明，然后因为有时候委员还要再去到别的委员会去发言哈，所以我们会穿插让委员发言，最后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就是专家学者本会委员之后，我们才会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针对学者专家以及委员的意见加以回应这个是指那个政府机关代表。
每位学者、专家和委员的发言时间都为十分钟，请各位尽量控制时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会进行第二轮的发言。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请专家学者发言。好，补充介绍，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陈立普陈教授也到场，欢迎您，谢谢。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蔡玉荣蔡会长也到场，好，谢谢，欢迎。好，我们现在先请第一位发言杨三义杨教授，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各位学术先进，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兴国政所杨三义，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我们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来分享一下，就目前我对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题目的一些心得跟分享。我们都知道这个题目对当前的台湾的政治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今天会到这里来，最主要也是跟各位分享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中东欧国家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在当地的观察心得。那目前为止，在台湾有相当多的政治界、学术界或者是媒体界的讨论，都跟中东欧的政治转型、转型正义有相当大的关联性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点我在当地的观察，以及这些观察对我们台湾的政治发展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参考。请下一页。这一页给各位看的是过去一段时间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那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在所有的这个资料上面、文献简阅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不过这一页给各位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各位都可以看到，从1989年开始，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一连串的民主化的过程。那么这一连串的民主化的过程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转型正义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各位在这个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个苏联还有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这些国家，都在89年的这个两三年之内，都经历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这个转变。来，请下一页。然后各位，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转型正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哦，在这一些国家当中，他们推动的这个转型正义的时间顺序啊，哈。在这些国家当中，捷克是最早的国家，1991年啊，他就推动第一个那个转型正义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它主要它散见于，它不是一个专案啊，它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法律，它散见在公职人员法啦，还有等等的这个共产时期的这种违反当时候的这种违反在共产时期违背了基本法律规范的一些法律，它制定各个特别的专章。匈牙利跟波兰，今天我们讨论还有一个主轴是波兰。波兰在1997年订立一个出购法 （Lustration Act）， 那这个待会儿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特色是怎么样。还有一些保加利亚啦，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不同的国家他们民主化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他们提出转型正义的相关法案的时间也不一样。来，请下一页。那这个我们讲到1997年的波兰的除垢法 （Lustration Act）， 这个它有几个核心概念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对受害者及家属的补偿啦，还有档案的公开啦，还有这个财产的补偿啊等等，这个是除垢法的核心概念。下面一个，比除垢法、比转型正义概念更广大的是这个关于去共产化的概念啊，这个是指的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把共产主义剔除这个波兰，剔除中东欧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去共产化这个概念其实比除垢的、比这个清算的概念还要大哦。再请下一页。如果我们再把先前我刚刚所提到的民主化的时间，再把这个我们今天所谈到转型正义的时间，我们用一个这个直向跟横向的方式把它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表啊。这个表的意思是说，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表的意思是说，凡是先民主化的国家，因为它民主化的早啊，所以它转型正义的各式的法律的推出啊，反而比较晚，因为它要在
他们国家内部先进行执政党，也就是共产党跟反对派，也就是民运人士之间的这个协调，所以他的那个转型正义的时间会比较晚啊，反而是后面呢、啊，他的那个转这个民主化时间比较晚的，因为他有前车之鉴，因为他有那个经验呐、啊，所以他的转型正义的相关法律推出的时间会比较早，而且比较全面呢、啊。啊，所以我做这个表的意思是说，请各位参酌啦。那至于在后面的他的转型的时间又晚，民主化时间又晚，然后相关的法律推出的又晚又不明显的，就是那些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比较不成熟的国家，也就是在这个俄国、乌克兰这些国家。来，请下一页。啊，不过话说回来哦，这个在这些国家转型正义当中也不是那么的顺遂，他们在这些国家里面也有一些的挑战。这些挑战的，比如说是，对不起，这字太小了，我看不到。这些的挑战呢，比如说，面对共党的历史，不是那么多的，大部分在这些国家里面啊，这个都是一个全民的共识。不过有少数的人啊，少部分的公众跟政治精英并不是那么的支持啊。第二个是关于转型正义怎么转的议题啊，主要的规范的对象大部分是军警、情治、司法这些的人员啊。然后大部分处理的方式都是禁止或者是解除他们当时候的公职的身份，还有或者是有些的国家，他们是针对他们的特定年限规范一个年限，在这个年限当中他们不能够从事服公职的做法，或者是禁止他们从事特定的职务哦，大部分都是公职职务。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在最宽松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大部分会处理用自白、用自我审查的方式来作为交代他们在过去在共产时期的作为。那么有些的挑战呢、啊，是说在他们实施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一些过去被规范的对象，他们能不能够，因为他们不能够在公职工作了，所以可不可以到民间单位，比如说是国营事业？因为各位都知道，这些国家在经济计划转型的过程当中，把国营事业民营化了，所以到底能不能够转国营事业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在规范的对象里面，比如说像学界，那学界的大学、中学、小学的老师，这些本来不是在规范的对象，那这些后来，当他过从甚密的话，需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被讨论啊？再请下一页。另外一个是台湾比较少遇到的部分，因为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转型正义啊、民主转型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外部因素，这个在台湾没有，因为这些国家要加入欧盟，要回归主流社会，所以受到欧盟、欧洲人权法院还有邻近国家的示范效应，这个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啊。因为这地方时间不多，所以我就不再跟各位赘述了。再请下一页。从经验总结来看，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是这些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对共党统治过程的一个反思啦。因为在那些国家里面，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坏的标签，所以在讨论转型正义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困难跟挑战跟台湾是不太相同的啊。另外一个是失败的计划经济体系，因为这些国家的连上街买个面包都要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让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这个标签更深恶痛绝。但在这个台湾也没有发生过了哈，所以到后来就产生这个统治的正当性荡然无存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先前所总结的经验，就是民主化的先进，反而先进的民主化的国家在国内是有一个政治妥协的一个过程，那后发它反而会有一种先制的这个转型经验。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民主化的转型是不断的在进行啦，所以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早，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转型过程，我认为它比较类似像波兰的经验。那这个经验是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的啦齁。那最下面一个是怀旧之情啊，这个是我们从他们的经验过程当中发现另外一件事情，这事情就是我时间到的意思吗？这事情就是他们有怀念一些那个啦齁。最后请下一页。好，这个是有一些经验的参考，这个啊，他有处理最后一个是处理共党的党产的问题，在他们那边有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啦齁。然后最后一个还有是即便他们国内通过相关的法律，不过他们在国内的那个司法的诉讼也旷日费时。以上，谢谢各位。谢谢杨教授啊、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我们那个时间哈、哦。
都会提示，哦，那大家往后看，哦，那个左边的那个就是你所剩余的时间，哦，右边这个是现在的时间，哦，倒数多久 会按铃？倒数一分钟的时候会跟你按铃，很大声的，来试一次给大家听看看。时间到，时间它会自动响。好，哦，那个是自动响，不是我们按的，时间到了，所以它会自动响。所以那个倒数一分钟的时候会提示，哦，所以你们就按照这样子下去做，哦，好，接下来我们请，补充介绍一下，哦，我们李隼成研究员，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研究员也到场。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原垦农协会陈建宏秘书长发言。主席，各位贵宾，大家好早。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这来谈论这个转型的正义。一定就是以前有无正义的所在，咱才爱去讲，爱要转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湾原垦农协会秘书长，也是拄啊下任南投县原垦农民权益促进会拄啊下任的秘书长。阮住伫山区，这个转型正义，伫社会普遍有一个看法，就是讲过去真侪无正义的。阮大家拢知影讲，台湾有原住民。但是在座的长官、贵宾，敢知影讲台湾还有个原住民？所以，先用一分钟的时间，我来简单介绍原住民这个代志。台湾是转那个移民的社会，四百几年前，先民陆陆续续来到这个岛上，绝对无人炸土地所有权证来到台湾。郑成功来到位，交代伊的军事，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土地，拢会使去开垦，但是袂使你去抢人已经开垦好的耕作的。等到明朝、清朝，清朝是招人开垦，日本时代同款招人开垦。后面的政府，等到你开垦好，去实地公告。公权就去实地测量了，发所有权证给伊，农民才取得合法的权利。但是有一群人，在日本时代开始，想话，日本时代开始清理台湾的土地时，先对平地，先对好解决来，先清理。从早期所清理出来的土地，比伫清朝伊接管过来时低70%以上。等到二次世界大战了，未复清理的，因为山坡地对家人伫伫清理来个苗栗，台中以南的山坡地，日本人未复清理，未复将这个开垦后。要无所有权证的土地登记，伫土地登记内底，这群人拢比民国38年较早。清朝有困客，日本时代有招困的，有当时的唔免用土地所有权证，政府会当认定你咧耕作个这土地，因为未去清理。造成到即阵要无合法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但是这些农民继续对清朝、对日据时阵耕作，到即阵政府嘛无正式去清理这些土地，因为早期。咱拢讲要反攻大陆，无时间、无心要清理，国外者嘛无想要清理，直接就
挂号一挂相关的单位，这些人我们就称呼做原昆明甲原住民，真类似，但是权利义务拢无共款。既然拄只有讲到，就是有无公义的所在，才爱转型。无公义的所在，第一点，族群的无公义。原住民用山坡地保育条例，经作五年就取得所有权。民国三十八年，来到台湾有一阵人民去哩骊山清境、福寿山底下开垦，对民国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全部取得所有权。啊，这阵民国三十八年进前，就伫山区日据时代就开始建造，到这阵也无法度取得所有权，这就是族群的无平等的所在。第二项的无平等，就是咱所讲的司法的这个无公义、无平等。台湾人顶天法务部长还佫讲起，对司法的无相信占80%以上。为什么对司法无相信？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土地即摆拢用人困的罪名，以上犯人用合法的掠夺。这合法的掠夺是那个王美秀教授所提出来的，以合法的掠夺将这些移送法办，市居的房子、世代耕作的土地变成窃占国土的罪犯，不止拆屋，还要还地，这让这些原住民情何以堪？第二个，冻结民法669条跟670条的合法取得所有权的管道，并且违反施行细则第7条的这个工作10年以上就能够取得的这个管道，这里司法的不公义。第二，各类的不公义就是行政的不公义。这个行政的不公义包括对38年开始陆陆续续将这些土地，包括原住民、包括原昆明建造这土地，拢改编入到林班地。这林班地都受森林法的限制、民政机关的限制。伊要登记做森林的时，应该按照《森林法》第7条，荒山荒地没有人耕作了，才可以作为森林的登记。但是，当政府在登记这些土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原住民土地的耕作事实。第二个，个违反土地法，第一挂行政单位要登录管理人的时，登录做国家所有权人的时，无实地用土地法第38条、第44条、第48条。第50条的特殊类办，直接跳过52条，那安尼佫违反着土地法57条的这个立法的精神，哦，这拢是迄个行政的不公不义。上重要还佫一点，行政的不公不义，准予行政单位用大面积的方式来测量。这根本就违反土地法38条所讲的大面积。比如说，我们这个办公室，各个桌子、各个工作人，但是他把它编为一个地号。这个静宜大学陈玉芳教授特别对这个又讲一句话，伊讲这是刻意无依照现况来测量，无依照现况来编定。恶意排除，不是林业用途的这原昆明的土地，哦，这是程序上的非常不正当的地方。对，这个大面积测量不但让农民原昆明不知道他建造的土地在哪里，而且你若要再办这件工作的时候，还要重新开始，这是非常不公义的所在。啊，伫这代志
凸显到过去不管行政单位、司法，也是作风上，即不管伊非常非常令即冤困农民无法作接受。啊，伫即个机会会当参与即个专门正义的发言，上尾啊，我要表示冤困民伫守护家园的即地，咱也听着洪台警报，公家单位拢咧等洪台架，但是即个冤困农拢咧顺义的产园。参与无惊是伊所压过的所在。第二个，进行调查，而且爱恢复因权利和真正的正义转到转来，和不公不义会当伫咱的目睭前来消失，会当何在王坤龙、何在王坤伦，甲咱全台湾的农民拢共呼。拢同款，卖讲洪台有心来时，这人拢无他得到国家的协助甲帮助，感谢。好，谢谢陈秘书长。接着我们请先补充介绍哈，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苏少勤研究员也到场，感谢你。接着我们请。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黄居正教授发言。好，主席，还有各位在座学者、委员，还有来宾，大家早安。好，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终于能够来立法院表达我对这个转型正义相关法律的意见。那。因为我只有十分钟，今天来才发现只有十分钟，好，还好，所以已经准备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言内容资料呢。那么刚刚在现场也拜托我们立法院的同仁来发散给各位了，那所以我等一下这个讲话的时间不足完粉，没有办法完整描述的内容呢，就请大家参考这个发言单。好，那今天的发言整个内容呢？最主要是反映出我所接受到这个通知里面讨论提纲的一部分。好，那至于说关于组织法的部分呢，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好，所以我就没有在这个发言单里面提及。那以下就很快的呢，就我今天所要表达的内容呢来做一个简述。好，首先当然就是对于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呢，那么被批评为所谓不确定法律概念，不应该放置在法律体系里面的这个说法，那第一个是先就它来做讨论。那转型的定义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扭转过去的时空，重新评价那么这个时空所被确立的价值和秩序。那在物理上面呢，当然过去的时空不可追，不过在规范科学上面呢，以现在多数意志来扭转过去时空并不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那在法律溯及既往啦，追溯过去之恶啦，纠正过去之恶的这种例子呢，其实那么比比皆是。那所有的战后的军事审判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型的操作的一个最好的示范。另外呢，我们自己在过去的立法例里面，2000年的这个宪法征修条文以及2005年的基本法，那么也都是这样子一个转型的例子，就是透过现在的法律来确认过去已经不被承认的或者是已经被消灭的权利，那重建它，那这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实践。所以其实转型正义的操作并不是一个太例外或是太令人惊讶的东西，那它的规范内容也非常明确。那为了佐证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在这个资料里面也提供，那么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南韩啦、乌干达啦、中南美洲啦、还有南非等等的立法例以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在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所没有提及的，但是其实在所有的国际实践上面呢都非常受瞩目的，那请大家看一下在以色列在1950年所制定的那么纳粹党还有纳粹同谋处罚条例，那罗马尼亚在1989年以后所制定的那么刑法里面追溯危害种族罪条款，立陶宛在2000年的时候的刑法加征的这个危害种族罪，那么
溯及溯追1945年的时候他的犯罪行为。哦，那拉脱维亚在1999年增订了刑法，危害种族罪，溯追1940年到1953年之间的违反人道行为。那甚至普通法国家，哦，像英国，那么在1951年的 Novello case， 以及呢美国在1982年的这个 Ellicofon case 呢，其实都即使这些国家本身根本不需要那么执行转型正义呢，他还是那么。对他所细数的诉讼里面涉及到转型正义的这个事例呢，那么来进行一个所谓的历史时序的纠正，好，那它的效果，强大到呢，甚至可以跳跃某个已经发生过的时空，以及其中既有合法的权利来完全加以否定啊，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转型正义的操作其实真是有非常多的事例的。那在亚洲的国家呢？像柬埔寨，那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是透过国际组织的协助啊，来去完成他自己本身内国转型正义的操作啊。那这个操作还在继续进行中，我们也在密切观察他操作的成果。从以上这个说明可以看出来呢，转型正义不是一个单纯的报复啊，或者是所谓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所进行的这个追杀的活动。那至于说他的太阳呢？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呢，事实上也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好，那在例子是在美国的国会1993年所通过的一个道歉决议文。好，那从这道歉决议文以及呢它其相关的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转型正义的操作呢是可以延伸到原住民议题上面的。啊，那么转型正义当然，我们在提纲里面看到所谓的成败。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转型正义。它是一个多数人价值选择，所以它只有选择的程度的差异而已，没有所谓成败的问题。哦，那所以我们也不会以它那么转型正义的成效或是阶段来去评价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或是一个受抵抗的那么不成功的转型正义或是一个错误的立法。另外呢，在立法力的这个形式上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么多形式，所以不是只是针对某个特定意识形态，譬如说共产主义啦，譬如说是过去的这个集体经济行为啊。来进行转型正义啊，转型正义的太阳非常的多。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当然就是以现在的国际强行法，就是所谓的国际人权基准，来作为它的核心。那至于说它想外扩到什么样子的阶段、什么样的范围，那么追溯的内容是什么，锁定什么样子的时程，以及呢，当然它所要产生出来的效果，譬如说呢，复权也好啦，那么重新追究也好啦，甚至。加以处罚也好啦，剥夺既有的权利也好，那么这都是目前现阶段多数人的价值选择。哦，那多数人价值选择当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裁量，他要做到多大，他要让他的效果多强。哦，那当然可以也以 架构或所谓框架形式的立法，在现在呢来进行各式各样的调控，比如说这个阶段应该做到哪里啊，下个阶段应该做到哪里。目前调查的结果是不是可以再重新的调测，那么市民社会对它的反应，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转型制度立法上面可以做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多数人价值的选择，所以在程序正义上面呢也不会发生所谓的那么对于既有的宪法违反的问题。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对所谓过去之恶的一个总体性的评价。那这个评价的效果当然已经超过既有宪法建构在所谓平行时间线上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维护权利的作为。哦，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么它的位阶应该要非常的高，那么所有跟它的目的相冲突的法律都应该退位，不应该被适用，包括个资法在内。哦，那接下来当然要讨论是所谓的转型正义的时间的问题。哦，那我们看到各个版本最长呢有从1642年一直到现在，那比较短的话1945年一直到1991年，那也有抽象的描述所谓固有权利，或者是说历来政权统治权威统治迄今。哦，那这些时间点长长短短，那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才是正确呢？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共同价值的选择，那当然也要考量到这样子一个操作它的成本。那如果说大家认为目前这个操作成本是可以接受，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量的延伸。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是以原住民的总体人口的数量来去做这样子一个比例均衡。
那为什么呢？因为数量虽然说只占全台湾人口的2.28%多，但是问题是相对来说，他在台湾居住的时间却是移民社会的数倍之长。所以我们如果衡量到这两个平衡点的话呢，没有理由把原住民的转型争议排除在既有的法案之外。所以如果说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么总体的价值观能够接受，另外当然就是说它的成本效益能够被那么确认的话，那大应该要把它的时间点向过去延伸，那至少延伸到1642年。那时间点向后延伸的理由是因为其实过去之二的效果并没有在1991年就终止。那事实上以我的观点的话，我认为过去之二的效果呢一直延伸到那么这次政党轮替之前，所以呢它应该是那么适用到本法施行前统治台湾及离岛政权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线。那最后一点当然就是它的成本问题。那我想转型正义的成本非常的高，这些大家都应该会有所体认，除了它直接成本以外，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么反抗这样转型正义所产生出来挫折成本势必一定是直接成本的数倍之高。那但是既然大家有共同的意志和价值，那我想这个成本就不需要再做所谓的量化的评估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应该以它目前所计算出来的直接成本来认为说那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不应该被推动。好，那以上呢是我一个非常简短的报告，那如果报告不充实的部分呢，还请大家参考一下书面意见。以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黄居正教授。接着我们请杨泰顺教授发言。我想主席啊的各位来宾啊，我想从很多国际媒体的宣传啊，还有我们自己在国内啊很多的讨论里面呢、啊，大家都认为啊，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啊。那既然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一个转型正义的这个情况发生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那在你现有的法治结构里面，应该已经足以处理啊。那么过去威权时代所造成的一些不公不义的状况，那是不是有必要啊，在叠床架屋的再建立一个太上的机构啊，来处理过去威权时代所遗留的问题啊？那这就相当值得我们去省思。那在我们政治学界里面呢、啊，我们对转型正义的这个定义啊，是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啊，对过去的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为压迫而导致的社会分裂、啊、所做的善后工作啊。所以它的目的啊，从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定义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它的目的是要弥补啊过去因为独裁统治或者是威权压迫、啊、所造成的社会分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摒弃我们既有的法治的结构啊，那我们一定要去对过去的一些事情来做清算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思考，它是加深了社会更进一步的分裂啊，还是有助于弥补社会的分裂啊？那从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转型正义其实涵盖面很广啊，那有些的这个涵盖面在我个人主观的认为，它的确啊，来推动转型正义，也的确是可以弥补一些社会的分裂。那么，但有一些的这种做法呢，却很可能导致啊社会更进一步的这个分裂啊。比如像刚刚在我前面报告的这个袁垦著名的，我听了就很同情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应该把它纳入这个我们转型正义的课题之一。那我相信把他们纳入转型正义的课题，也不会造成社会更多的分裂。那么像前面先进提到的原住民的这个权益受损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些都是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啊，跟使我们走向一个更和谐的这个社会。那这些是可以去把它纳入转型正义。可是其他的有很多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个议题啊，如果你用一个
转型正义一个大帽子、啊、把它涵盖在里面了、啊，那是不是就一定会造成一个更团结、更和谐的社会呢？我个人是抱持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质疑了啊。那在这个既有的法治体制之下啊，那么根据学界整理出来的有关转型正义的这种做法啊，可以说林林总总，那包括审判呢 啊包括对于过去不当取得的财产呢、啊，以公权力来加以没收。啊，那么包括这个调查真相，或者是来做一些纪念的活动，那名誉的回复，那么或者是对受害者来做一些赔偿，那么以这些做法来看呢、啊，其实在现有体制之下，那么已经有充分的机制啊，可以来进行啊。那么像过去我们对228事件呢、啊、所做的一些名誉的回复跟这个赔偿啊，那么其实也是部分呢、啊、达到转型正义的一个目的。所以因为国家的这个不同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有很多个国家它的这个做法也都是循着这些结构里面呢、啊、那么来做不同的处理啊。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像包括刚刚黄教授所举出来的啊这个几个例子里面呢、啊、除了刚刚啊这个杨教授他所提到的波兰的这个除垢法之外啊，大概所有的国家在处理转型正义的议题的时候，都是在旧政权崩溃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来加以进行。因为在旧政权崩溃之后啊，法治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你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啊，来做这样转型正义的这种处理啊。那可是像台湾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就民进党所提出来的这个草案里面所提到的。啊，这个他追究时间从1945年到1991年，那我们就不禁要问：如果1991年啊以前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这种状况，那1991年到2016年啊，这个整整的25年期间，我们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不排除啊，做一个学者，我们也很想知道真相。我不排除在这个25年的期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官员。也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啊受到这个旧政权的贿赂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或者是怎么样种种的原因啊，造成他们不愿意去追究过去这个旧政权威权体制啊所造成的一些伤害。那与其这样子，你现在再去做这样子一个全面性的追究啊，这个是不是会造成社会更大的一个分裂跟这个社会里面大家一个更强烈的不安感呢、啊？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啊。那么波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啊。波兰它是在旧政权垮台之后17年才来推动这个除垢法啊。可是波兰它的除垢法里面，像刚刚杨教授有特别的提到啊，它主要是要把这些旧政权里面曾经破坏过人民的，把它从公务人员的这个职位上啊把它取消掉啊。那所以他的另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做真相上面的一个揭发啊，让我们能够更了解当初历史的事件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波兰的这个法律如果放到美国的去看的话呢，那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对类似的做法宣判是违宪的啊。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啊，那么也曾经对于在南北战争期间呢、啊、支持这个南军的这些包括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呢、啊，来加以追究啊，那个剥夺他们担任公职的这个权利，结果后来被最高法院判决是违宪的。好，那这是我对整个这个转型正义条例啊，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认为啊，我们要有成本的概念在里面啊，你不要这个法律制定的去推动之后啊，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的伤害啊，那我想这不是。我们追求民主法治啊，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那我在就民进党的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草案呢、啊，提出我个人的一些浅见啊。那第一个啊，民进党在这个草案里面有强调说，这个将来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啊，那么它必须是要一个独立的机构。可是看这个草案的设计里面呢、啊，它的独立性呢、啊，会让我们觉得不放心。以德国的例子来讲，德国处理转型正义从1993年一直到2006年，啊，一共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呢、啊，来处理转型正义。
所以转型正义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啊，就可以把过去这么庞大的历史资料、来做处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跟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时代力量党所提出来的草案里面，这个委员是一年一聘，啊，那我不禁要质疑，一年一聘的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要处理这么庞大的历史资料，它的独立性是否足够？我想各位在场啊，你们可以去做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刚刚黄巨正教授也特别提到，那么希望说转型正义的这个层次啊，应该要拉得很高。可是在这个草案里面呢、啊，都是就是由行政院院长啊来提名，然后经过立法院同意啊，就可以担任委员。那行政院院长的层级是不是够高？是不是应该考虑把，如果真的要成立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是不是应该考虑把它放在总统府？啊，因为毕竟总统是由全民所选出来，他有他的一个正当性，啊，跟他的一个历史的责任在那边。那我认为把它放在总统府里面，就等于是昭告，就是他的这个层级啊，提升。那另外一个，在这个调查权上面呢、啊，草案里面对调查权的这个规定也相当有限啊。那么甚至作证的人如果陈述不实的话，也只有罚款3万块钱啊。那我认为这应该要仿效啊，像美国国会的调查权一样，予以这个委员会啊有一定的惩处权。那么甚至呢，对于这个陈述不实的人呢、啊，可以以刑事啊案件呢、啊、来提起公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我相信所取得的这个资料会比较完整。那最后我也要提出来，就是在案源方面啊，这个草案里面都没有提到案源，那么似乎暗示说这个案源呢、啊，就是由这个委员会里面自己去找啊，或者是由政府来交办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草案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我认为今天你既然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你就应该要开放，由全民来提案。谢谢。好、哦，谢谢杨教授补充介绍。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廖达奇廖教授也到场，欢迎你，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柯朝清教授发言，谢谢。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系的老师柯朝清。那我想今天很高兴能参与立法院这一场公听会。各位在座4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转型正义这个词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是最近10多年才听到的一个词。它并不是一个很悠久，或者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呢一个已经很习惯有惯例，或者是说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政治或社会的一个制度，它是一个新的词。那我个人呢从2007年开始啊参与台湾民间真相促进和解委员会的成立跟运作，那也访问过很多的过去的受难者。那在介绍转型正义之前呢，我先介绍跟各位介绍，就是说台湾关于转型正义的书啊，在今年已经出了一本相当详细而且周全的介绍的定义的书。那本会呢历经4年的工作呢，跟蔚成出版社呢在今年出版了一个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的书。我想各位有兴趣关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这本书找来看。那接下来的10分钟呢，我想很难，因为这个是个三大册的书，它针对关于转型正义是什么，国际上曾经进行过哪些转型正义的工作，以及台湾为什么需要转型正义，它还有哪些事没有做，在这三大册的书里面呢都介绍得很详细。那我接下来等一下发言的时间可能就很浓缩的去将这个工作呢在这边重复一下。首先什么是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并不是人类要去处理人类
漫无期限的历史不正义的现象，也不是要去处理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到处举手可见的不公正的现象。转型正义呢，它有特定的要去进行的处理的一个对象，那特定的对象是什么，我等一下再来讲。转型正义呢，它之所以是一个新的词，它出现主要狭义来说，就是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共产政权倒台，东西冷战结束之后呢，不管在共党阵营或者在民主阵营，所谓的民主阵营这边都广泛的出现了过去威权独裁政体出现的大规模的不人道的不公正的现象。当这个政治局势突然转变，有很多国家必须从这个威权政体呢转为民主政体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特定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转型正义的一个立法或政治工程的工作。那从广义来看，人类并不是只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会遇到这个现象。譬如说最简单，二次大战之后，战争一结束马上就要处理从过去的军事威权组织的国家要转换成民主国家，它就是广义来说也是一种转型正义的工作。好，所以呢，我再把它摘要来讲，就是说转型正义它就是融合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各个国家它处理像我刚刚讲的从过去威权时期所发生的大规模的不公正的事件，它所后续的问题在现有的法律制度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刚杨老师有讲，就是说现有的法律架构可能就可以解决。我相信如果现有法律架构可以解决，没有那么多国家要去进行转型正义的工作。转型正义它并不是只有共产党，过去的共产国家在南非是种族隔离，然后在中南美洲呢，中南美洲是不断的以打击左派为名进行的军事政变的独裁，所以它并不是特定的共产国家才有的，这个是一个很摘要的来讲哈的这个现象哈。那我这边继续讲，台湾需不需要转型正义？一个简单的工作哈，一个简单的一个现象，台湾政府在过去十多年花了数百亿去补偿28事件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以及今天已经结束的所谓不当审判叛乱。不当审判补偿基金会花了数百亿，那假如我们不进行转型正义的工作，那这些钱花钱的 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些钱？有无数，不是无数了，对不起，有好多的受难者他领了这一笔钱，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政府呢也花了很多钱成立了一个两个特别的基金会去处理这些，然后我们要继续遮着眼睛告诉我们，一边花钱给这些人，一边要继续说我们台湾不需要转型正义，或者是说这个已经是处理完了，花钱了事的，这样去处理这个态度吗？那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接触过的，不可能拿钱就觉得正义获得平反，不可能拿钱获得，即使受难者本身，他不想要去进行任何的追究，他想要把这件事遗忘。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转型正义的工作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它还是需要去进行。所以这是很简单的，我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转型正义的工作。然后我看今天发言的那个提纲里面甚至还提到日本时期，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转型正义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将人类历史所有不公正的事都要去处理啊，那不可能，那是针对我们现在还要生活共同在一起同样的政治系统，从威权到独裁，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的现象所要处理的。日本已经交出政权，已经交出主权，在70年前他已经整个撤出台湾，即使他经历过他做过很多的那个不公正的事啊，这个都不在我们这个现在生活共同一起的社会体系要去解决的。从社会科学精确的术语来讲，那叫去殖民啊，去殖民跟转型正义不太一样。那当然今天也有提到原住民族的，我本身对这个是开放性的，但是就精确
我比较精确认为的转型正义而言，原住民族的受到不公正的一个问题呢，它是整个人台湾历史存在的，从清朝日本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它比较是一个弱势族群遭受到另外一个主流族群的长久的一个欺负的不公正的现象，它比较不是独裁政权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不公正的现象，当然也有像高医生，所以可以进行，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在座还是要去细分这些一个不一样意义的地方。好，我刚刚有讲，台湾的威权统治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件，精确来讲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政权以全世界少见的历史最悠久的38年戒严令所进行的很多的事。假如台湾38年的戒严令是世界最悠久的，台湾还没有进行转型正义的工作，然后台湾宣称它已经是民主的社会，我相信这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事啦，不是很光彩的事。那特别转型正义的工作是要去处理一个威权遗绪的一个问题，怎么可能38年历史最悠久的戒严令呢没有遗绪的问题？怎么可能现有的法律马上就处理完了？那我刚刚也讲，就是说从补偿基金会，从很多的现象去告诉我们，就是说这38年呢，整个过去的政权以虚构的紧急状态进行了很多不公正的事，这些不公正的事现有的制度没有办法去处理。譬如说国安法禁止上诉，国安法禁止上诉，譬如说很多的档案没有开放。我举例刚刚各位刚刚前面的先辈有很多讲的除垢法，各位听起来会觉得这在撕裂社会，将某些人抓出来然后把他剔除。其实除垢最主要的用意，它原本的字根 lustration 是照亮的意思，有某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把它照亮让他知道。至于你要把它消灭，你要把它怎么处置，那看我们每个社会要进行怎么样的工作。波兰有波兰的工作，西德跟东德统一的时候也针对他们当时候需要进行的除垢的工作，但是呢没有照亮啊，台湾没有照亮啊。这个就是上一场公听会里面另外一个专家讲的，为什么我们台湾社会还有很多人对现有的那个体系啊不信任，特别司法，那就是我们没有照亮啊，没有除垢。OK， 对不起，我的时间已到，我想还有历史记忆的问题没有提到，就台湾还欠缺像西班牙那样历史记忆法，将佛朗哥政权的所有从公共的空间里面移除。你只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后你的小孩在校园在公共空间还要对这个对你进行不公正的对象进行崇拜尊敬，这很不公正啊，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啊。所以这个特别在历史记忆的部分呢，台湾更需要转型正义的工作。那我想我并不是立法的专家，有很多还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有待各位先辈一起来解决。谢谢，发言完毕。谢谢柯教授，接下来我们请邱思怡教授发言。主席，各位与会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思怡。今天很开心很高兴能够在最后一场这个公听会能够来参加。那我也了解说6/23/24这个案子大概在国民党的这种人数的优势下基本上就是会复委的。那我今天这边跟大家稍微的提啊。民进党副委，抱歉，口误。我今天呢在这边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这一个议题，我分两个面向。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实然面，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因然面。那其实我觉得在座的专家学者我们基本上都尽量的客观，不管你是哪个党团请过来的，那但是政治人物不是这么想，他们在乎的是这个选举的效益，我们都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所以我这边的论述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务实跟具体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你要看台湾现在政局的发展。好，那各位如果愿意的话翻到第四页，我有一些表图在这边，我先来说一下，过去的国民党论述太旧，所以他一直以来打败仗，这个照理说不公正的选举理论上他应该能够继续赢个20年，像日本 LDP 一样，可是他最后失去政权，因为他太旧。民进党的论述呢太凶，所以他永永远远没有办法真的走到中间。好，那但是呢，蔡英文上任之后，他其实他的这个定位是非常有趣的。很多人说他会走扁的老路子，我认为他们两个还是不太一样。那小英总统呢，基本上呢，他现在这个施政满意度目前还是有50%多，但是林权的话已经是40%多，其实这很正常。研究宪法的学者，包括廖老师是权威，都很清楚。本来在我们这种半总制的国家，半总统制的国家，行政院长本来就是免洗筷的嘛，对不对？反正用坏了就换一双就好了。所以这本来我认为的，在民进党的党中央，尤其是小英的心中，他其实早就盘算到这一步，所以他不会太意外，不管说你泛蓝报纸、泛绿报纸怎么骂，其实这是蔡英文的一个策略，他尽量走中间路线。那现在比较有趣的是说，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这个党团哦，它是非常的偏这个比较偏充足的就对了，好，跟以前这个民进党整体党中央党团在一起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第四页画这个表哈，其实我有一个思考架构哈。假设我们说的国族主义是所谓的右派的话，它是用情感在思考的话，那么所谓的务实或者是理性就是所谓的左派啊，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学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反对。如果就国族主义来看的话，那现在非常有趣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政党的光谱啊，光谱，小英站中间，他下面当然会有一个林权的这个院啊，当院长。那么清民党团现在比较有趣哦，三席就游一来游一去啊。那你往右边去呢，你就慢慢发现他越来越国族主义。好，然后当然实力不用讲，这个是非常最近很红的啊。那更有趣的是，你看我们的朱朱姐啊，党中央啊，在极右啊，极右。基本上我不是说要意思说朱姐是最右，而是那没有办法并排，所以我放在一起啊。那我认为现在比较有趣的是，真的能够走中间路线来讨论事情，反而是国民党党团啊。平常心讲啊，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立场真的是，我年轻在更小的时候，大学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偏绿的，而且是很绿的啊。那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个话，我是从一个真的是两边去平衡来思考。好，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转型正义条例的通过，既然这是将是事实，我觉得国民党也不用担心，因为小英总统毕竟他要走在中间这个路线，我相信就算通过，他会消极的执行。好，民进党当然他这个法案他过的是很凶悍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行政部门会消极执行，因为他有一个他的路线呐，大家如果认为是唐飞的话，我认为其实后面的发展还不一定哦。搞不好真的他能够走出一条他属于真正的这种柔性的女性的这种政权的路线。好，这是个架构，我们用这个架构来理解转型正义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要谈的因染面。因染面转型正义，老实讲这个词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因为这个其实在台湾已经制造出一个很成功的政治正确的氛围，从民进党开始，从民进党侧翼，从一些智库开始。我不是说过去的历史不应该检讨，我只是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我为什么要用转型正义这个词，我难道不能够用种族歧视这个词吗？我难道不能够用所谓的刚才前面有老师提到所谓的这个后殖民或者是反殖民的词吗？我为什么要用转型正义？这个是话语权的问题。那当然实际的意识的运作，民进党的这个力量是很大，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论述上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个风。好，第二个，这个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的这种检讨，跟不要讲什么东欧国家跟德国都不一样的。我自己是留美，在座很多老师留美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在美国的种族歧视还是非常严重。美国从开国之初，那一个黑奴是一船一船这样运，好像运狗、运货物一样。那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打这个美国这个南方在南北内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对待这些黑人哦，这些黑奴啊，有些是用鞭笞哈。那我早上坐高铁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如果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600万，我跟各位报告，在美国最有名的辩论，光是美国南北内战
死亡的黑奴就有500万人，而且光是那四年间的内战，如果从美国开国到现在，根本就不止600万。我今天当然不是在比伤亡人数，我只是告诉各位，包括我们台湾很多的228的受难者，包括我们其实都是集体的国民党威权的这个受难者啊，国民党也是一样啊，不然他们不用今天那么可怜，要背这个他们自己也享受不到的党产，可是呢，他却要去还这个债，然后呢，党中央跟哦，你看这个表嘛。朱朱姐在最右边，国民党人最左边，他们没有办法沟通嘛，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我认为台湾你真的不应该就是用德式的转型正义，好，跟这个词我甚至都有点意见，好，我都有点意见，这是我的第一个阴然面的论述啊。第二个阴然面的论述是说，我们民进党这个案子啊，其实很清楚啊，它是向后看，不是向前看。所有国家根据针对过去的这一种不公不义的威权统治也好，是怎么样的这些压迫也好，它都是往前看哈。那很明显的，你看这个案子，它有所谓的第四条啊，第五条，对不起哈。然后它是从啊谈到这个我们民党党团这个案子哈，第五条，它所谓的清除威权象征啊，老实讲，我觉得这很无聊。无聊，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台湾的情况跟德国、跟波兰、跟美国都不一样。我们其实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其实我们也不是台湾，我们就是两边的人都内斗得很厉害。你不看像我们的这个 Freddy 委员到去外面开会，他也不敢讲台湾啊，对不对？其实我们内斗都很厉害了。我们为什么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去跟对中共喊，好，或对美国喊？因为我们就是内斗很厉害。好，所以你看你这个所谓的。威权象征，那你把中正纪念堂要拆掉，扁时期的经验我们没有看过吗？我今天不是说很多的事情它没有所谓的检讨的空间，而是说，就像刚才前面有这个柯教授所提到的，我们要在乎的是我们现在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好，又比如说第七条，为什么你要从民国34年？刚才杨老师有提到，杨教授有提到，为什么是1945年？为什么不是民国元年？为什么不是2000年或1996年之后？好，大家可以思考问题，这是很针对性的立法。那如果你要很针对性的立法，那也就算了，那你干脆把它改成国民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嘛，或者促进国民党转型正义条例嘛，你也不是嘛，你就弄了一个好像是一个 unbiased 的这种 general 这种 term， 但事实上你就很明确，其实这个都是政治算计啦。我也不是说国民党没有政治算计，我只是说这样的法案通过哈，这个太战术了，你说战略又不够高哈。第三个，我这边要强调，我要特别强调，我今天有一篇挫作在《中国时报》登出，可是他把我党产那段删掉，我很生气啊！我是赞成国民党党产归零的，不义党产啊，不管义不义啦，甚至我如果是国民党，我们真的想改，你们真的想改革的话，其实你根本党产归零也无所谓，反正你们也享受不到嘛。现在台面上国民党的立委也好，包括朱朱姐自己，她有享受过吗？也没有啊。好，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世界的先例哈。其实呢，并不是像民进党所说的，台湾有很多人喜欢讲世界先例，世界先例。可是这个期刊如果没有看几篇啊，然后就自己去编一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德国、南非、美国、韩国，它最终的都是要和解。好、啊，都不要说哦，因为你不是228的受难者家属，所以你讲这种话。好、啊，你要这样吵吵不完了，你都可以拉。反正我远亲也有受难者家属。重点在于我们现在的人，好、啊，我们现在的国民党是以前的那一些加害者嘛。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国的先例，基本上到最后呢，都是要促进和解，都是要能够宽恕，这样我们台湾才能往前走。最后，我希望我们的蓝绿两党在这个议题上，应该像之前的红树树事件一样，我希望能够有和解的可能。好，那国民党如果说要检讨，那趁这一次干脆就以前的债都还掉算了嘛，好，反正我们就重新开始。好，以上浅见，谢谢大家。谢谢，邱教授哈、哦，这个有很多讲到我们国民党的心声了哈、哦。接着我们请谢向庆教授发言。主持人，在座的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是淡江大学工程系兼任副教授。那我想。针对这次公听会所提供的主题，发表我的意见，提供参考。好吧，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民主化，从那个民国79年3月野百合学运开始，先后是召开国事会议，
制定宪法征修条文，终止动员抗战时期全民民主化。好吧，这个过程哦，算是非常平顺。所以李登辉说过，这是宁静的革命。但是在经过26年，六任总统选举，三次政党轮替，现在民进党团体提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我个人认为相当突兀了，好像民进党不曾执政过。所谓转型，所谓威权统治、威权政体、自由民主宪政，这都是政治学的概念哦，不是法律名词的。所谓正义，更是那个哲学论辩的议题哦。像民法诚信原则是法律道德化，那这个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哦，或许可以称为是道德法律化了。我认为这些名词啊，在草案里面都没有界定清楚。好，我们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是民国36年10月20号施行的、哦。草案所称的那个威权统治时期的，从民国34年8月15号日本投降起啊，到80年4月30号动员抗战时期终止，这个不仅涵盖的时间范围不一样哦，而且当时国共内战呢、哦。草案要求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显然不可能啦、啊。动员抗战时期、戒严时期哦，都是历史事实的。但不论如何哦，都有依宪法规定程序处理。我个人认为啊、哦，如果这个条例哦在立法院通过哦，建立国民党团申请到关会议解释，是否违宪呢？我们看民进党所提出的那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整个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四项内容，这个是否有必要单独立法，我想逐一检讨。第一项，开放政治档案，像草案的第四条，我认为了现在民进党主政就可以依之前的下令有关收集著作或建立政治档案的机关，像调查局的、国安局的这些情治单位，或说以前的警总，我不晓得现在归到哪个单位去了。对26年前哦的政治档案相关资料，都要汇整保存啊，或说区分类型、开放应用啊，这个我也想了解啊，到底我们的政治档案是什么？那第二项哦，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易遗址啊。在草案第五条里面有规定哦，好吧，我认为现在民进党主政啊，也不需要另设什么处转会来规划，主要认为经得起抗争啊，那行政院就可以责成相关部门来处理了。举例来说，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就把中正国际机场改为桃园国际机场啊，这个很好。啊，另外陈菊当高雄市长的时候，也把那个某一个地方的蒋中正铜像拆除啊，这个也很老啊。陈水扁后来不是把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大众之政改为自由广场啊，这都很老，这个都可以依据他们主政嘛，主政权都可以在执行的。好吧，第三项哦，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啊，立法院在民国84年通过了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或者改为赔偿条例哦，还有戒严时期人民受审权利恢复条例，民国87年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判乱及毁得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相关的受害者本人或他的家属哦，都可以请领赔偿金啊、补偿金啊，还有恢复名誉事项啊，这个都已经执行完毕了。还有常设的那个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也有在办那个口述历史啊，跟纪念活动，好吧，这些哦都是在执行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啊，注意哦，那个草案第六条所谓平复司法不法，究竟何所指？我不晓得哦。难道历史与行政院的那个处转会可以干涉法院审判啊，检讨审判不法吗？好吧，第四项啊，
处理不当党产，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草案的重点、啊、才有针对性，针对中国国民党。根据我所知道报道，监察院有民进党籍监委黄光雄，他曾经针对国民党党产有完整的调查报告。那所以哦，我认为好像不需要在一个促转会这个台上，我再提出总结报告。啊，另外草案的第七条第三项也规定哦，不当党产的处理哦，以法律定之的。也就是说，纵使通过这一个条例哦，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哦。还是无法处理国民党的党产问题，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哦，我认为立法院并没有制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的必要了。那我建议哦，有关党产的处理哦，可以在政党法中规范，政党法制定政党法就可以规范了。那纵观草案的全文哦。这个所谓的促转会哦，好像是为了宰制国民党跟台湾社会而设。我诚恳的建议哦，这个会不利于族群融合跟社会安定。历史存在的事件哦，有它的时空背景跟条件，只有透过了解而不是清算的，才能够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让我想起哦。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一句话、哦、大家可以去看哦。好吧，这样哦才能够符合宪政民主法治原则了。现在民进党既然已经完全执政，那就要对国家、对社会负完全责任。好，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谢教授啊、哦，谢谢，感谢。接下来我们请。张英爵总干事发言。好，是，好，啊、哦，又在哈、哦，好，请哈、哦，还是要晚一点发言，还是怎么样？晚一点再发言哈，好，可以啊，没关系，好，可以，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陈立甫教授发言啊。好，主席，各位在座的朋友，先进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真理大学陈立甫。那个我也是这个政治学的学者了哈，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今年应该是如果是七月以后，我应该是参加有关转型正义推动的活动的社会公民活动的第30年，也说这个促转条例的规范时间更早之前我就已经参加。如果在座的有228的家属，可能很多人都认识我，好，我是。228公益和平运动30周年的时候，我就正式加入有关促转。虽然我也是在大学教书了，另外我也是负责有关学校里面的校史，好，包括以前在台大的时候负责校史的这个工作，对历史的部分我有一些实际调查跟参与的经验。那么在郝柏村先生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我也是行政院228工作小组的成员，所以我也实际参加过228的调查工作。所以有关。促转条例的这些部分呢，我就我自己的经验跟家属或受难人跟政府机关互动的经验做一些分享，就说是不是有必要制定促转条例呢？目前呢，确实过去是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包括228，包括白色恐怖受难人的一些平反跟补偿的一些条例，一些法律相关法律的制定。也诚如刚刚很多前辈所讲到的，很多实际上已经做的一些改名啊，或是一些名誉的回复啦，啊几百亿的这个补偿啦、赔偿啦，其实不能说没有相关的成绩。好，我们还是要说，事实上这
二十几年来了，慢慢有一些成果，有一些纪念馆。可是呢，为什么这是一个要提转型正义这个东西？不管是谁先提出来，全世界总是很多东西都有人先提出来。我们也不有时候也不需要以人废言。如果这个概念还不错的话，好，如果还用得到的话，也许我们就拿来用。不管是除垢法或是什么法，都可以。那我觉得转型正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说，为什么它不是我们不说促进正义就好？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转型正义？是因为一定有东西转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个讨论的空间或是推动的嘛？所以这个转型其实大概讲的就是政权转移啊。如果要讨论政权转移之前，就是在政权转移之前、权力转移之前，大概没办法讨论那一种正义，才会放在转型正义里面。所以刚刚有一些前辈有讲到说啊，有些已经推动，确实因为那个是普世的正义价值，早就可以做的。好，包括什么妇女的这个权利的受损，我想长期以来几百一百多年来，从马偕开始在台湾就在推动嘛。好，以我们学校是马偕创办来讲，从马偕最早推动女生应该解放产主，在蒋渭水之前就推动了以来，其实长期一百多年来，台湾就在推动有关女性的这个正义啦，或是权利的推动。可是转型是什么样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在政权没有转移之前，不可能出现这个机会的这样的条件，才是转移正义条例要讨论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呢，如果为什么东西为什么政府不改变不会讨论？因为政府我们要有一个时间轴的变相的观念来思考，因为政府的官员不是今天当谁当选就可以全部换掉了，它是一个官僚组织，它有一个延续性，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如果不改变的话，就算政府改变，这些人的思维可能也不会改变，他进来的背景也不会改变，他已经在里面了。这些法官也已经在里面。我们之前也有去年有很大的争议，有关美丽岛事件的这个军事审判的起诉的检察官，他可能会被提名为大法官的一个社会争议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少尉，他在这个美丽岛审判的时候担任一个起诉的检察官，可是后来他现在几十年之后，他变成可能被提名大法官，大家就拿出来讲。那这个为什么会？因为你很多并不会因为民进党曾经在2000年当选之后，他就离开他的一个司法的职务嘛，所以这个没有因为身份不会因为政权转变整个官僚就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像日本跟德国经历过一个战后这些有关涉及战争犯罪或是战争责任的官僚，这叫追放运动，我们没有把它全部都免除公职，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来，我们没有这个程序，所以我们是一个延续几十年来的官僚系统。包括我们的教科书，虽然有了课纲在改变，基本上还是跟部编本不会差太多。我现在拿部编本的记忆来教学生，80-90%还是可以用的。其实改变的不大，也就是在文化人的结构上，其实社会结构上转变的不多。所以透过转型正义的条例，其实想要提供一个，如果政权转移之后，可以重新去思考、切入、去 touch、去摸、去照亮了这个东西，所以有这个必要。所以我认为是定转型正义条例是有必要的。好，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如果放在现有的司法体系跟现在的文化、现在的教育体系是不能没有办法去反映、去看到的。当然，这个会有一些社会成本，我们绝对不能否认，一定会有一些痛。不过几十年来，以我自己今天在这里发言的立场，即便我们今天不通过，受难者的名誉没有被平反的，家属还继续受苦的，他的。杀害他祖父、他父亲的凶手还被祭拜的，他的小孩还要去向他行礼的，这个情况明天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当我们去想到，如果那个是你自己的话，你作何感想？你还要拜伤害你家人的祖先的时候，你是什么感想？你说不急嘛，反正这个都过去了，向前看，那毕竟是我家的事情。但我不是受难人，我只是我代表受难人的心情，就是说。在政治上的计算可以说，反正你们都是少数人，你们可能不到万分之一，目前可能想要出来争取这个，搞不好不到千分之一。就算你有1%好了，那你也是少数。那我们今天可以牺牲这1%，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会牺牲2%的原住民？有没有可能牺牲11%的外省人？都是在成本里面可以被算计的。而正义的理想就是它不能被算计。虽然政府是权力妥协分配的结果，但是国家是正义的代行者啊。法律如果是为国家定的，还是为政党定，还是为政府定的，我讲这就是不同的理想。虽然我们转型正义条，我想转型正义的条例是应该要定，是因为站在国家
是正义的代人民共集体正义的代行者的立场一定要定，但是定的内容可以定比较务实一点，这个是政治的妥协，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讲这是两件事情。至于说现在各党提出来的这些转型正义的草案，像民进党版有一些问题，就大概它最有用的大概就是除了宣示性之外，但是也有人说早就可以做，为什么你不做？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对这事情有所交代，也许就要道歉，说、啊、我或者解释你为什么以前不做嘛，或者说啊，因为我们以前没有长期没有完全执政，这个就是可受公平的部分，他应该讲。那么他里面真正能够做的，其实刚刚也有学者点出来，就是党产，确实党产在没有完全执政以前是完全不能做的，这个也是事实。所以你说那以前为什么二十年前不做？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在政治的条件下可以做党产呢？当然是不可行的。所以你不能说提出这个在这个时间是不对的，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他还有他不完备性，例如他没有谈，他没有清楚的指涉，例如说他应该是台湾民主化之前，例如说我国民主化之前的转型正义条例讲得很清楚，他其实涵盖的可以要救济包括受到赤色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嫌疑陷害的，以至于坐牢的或是被杀害的这些人，也应该在受到我们讲比较清楚，就是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迫害的过程里面，应该受到平反补偿的，也要纳在这里面，要很清楚的。就说我这个立法的精神是超越，包括红的，在绿岛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像我自己知道有红的跟绿的，其实这两个都是要平反，都应该要对待的，不会因为说那些人在台湾可能没有子孙了或很少了就没有了。好，我觉得这个是要处理的。那另外一个民进党版没有处理的部分，我觉得时代力量版可能已经有照顾到，而其他各党是以单独亲民党跟国民党是以单独立法的方式，就是有关原住民的这部分。但是我觉得原住民的没有转型正义的问题，原住民只有正义的问题，因为原住民还没有执政。我们的原住民基本法里面谈到的族群共治或是伙伴关系，其实还没有落实，目前还是汉人在统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转型正义啊，因为这个结构还是对原住民是不利的啊。他没有到他已经可以转型了，所以原住民的部分其实不应该纳在转型正义，而是应该纳在历史正义啦，或是促进正义的一般的环节里面去看，而且应该要立法。好，这个是我认为是确实也是需要的。那我们目前这一个民进党版的部分就是少了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应该要清楚的指示。他有一些他的贡献，我们不能否认。例如说党产的部分，如果今天不通过这个党产，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另外，为什么要定特别条例？法律有很多层级，条例是特别法律，是因为目前我国在推动，我自己我剩下三十六秒。目前以我国推动这个转型正义的内容里面，包括档案的调查，会受到个人资料保护法跟国家机密保护法的限制，而条例可以跳跃这个，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来，因为来。跳脱这两个法律的约束，然后也可以跳脱档案法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东西。大家，那很多人说，哎，何必要这样做？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我站在曾经参与这些社会运动跟这些跟家属接触的经验，我们希望的转型正义一定是活人的转型正义，绝对不是死人的转型正义。如果我们等到档案解密了，个人保护这个经过诉讼以后可以解开了，我们追求到都是人家爷爷的转型正义，都不是当事人了。趁我们当事人还有存在，上个礼拜刚刚审判过的有关德国纳粹的最后一位这个 S 武装 SS 的看守员，他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他已经九十几岁了。好，那个是给活人的转型正义，给那些八九十岁的犹太老太太的转型正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定，就是应该要跳跃这几个既有法律的限制，来推动活人的转型正义，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谢谢。谢谢。感谢陈立甫教授。接下来我们请蔡玉荣会长。大家好，我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总会长蔡玉荣。很荣幸能够接受立法院那个司法这个处长条例公听会单位的邀请，来这里谈论我会的一些针对处长条例的意见。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会里面对这样的条例还没有正式的决议，但是经过
这一两个礼拜来意见的收集，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会里面的大部分的基本整合一下基本的意见。首先我想这个档案尤其是以民进党版的这个草案来说，我觉得我们是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对于过去戒严时期档案的抢救的精神，认同历史遗迹的保存的精神，认同还原历史真相的要求，认同处理不当党产的要求。但是我们对民进党团的立法动机是存疑的，因为所谓转型正义，刚刚很多学者专家不断地在说转型正义，其实好像政党轮替就需要再转一次了吗？他的正义在哪里？除了我想一个正义是有他的一定的公定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些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他们之所以受压迫，不仅仅是因为他被流氓打了，被流氓政权欺压了、枪杀了、关押了，更重要、更可贵的是他们心存的社会正义，他们要求社会正义的达成，要求民族的解放以及人民的解放的实现，这是他们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会到现在为止每一年从1987年成立到今一直延续的这样子的精神理想，在不断的跟社会发生，也要求历史的还原历史，伸张历史正义。正义是要伸张的，不是转型的，不是因为转型了才需要去清算的。当然清算是需要，但是让人民理解，让人民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是要让这个社会有更光明的未来，像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更合理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我想这是过去50年代的当时的年轻人是这样子的想望，这样子的正义需要被伸张，一直到今天这样的正义还没有完成。主要的是台湾社会从1950年开始的亲美反共、靠美反共的社会氛围持续到现在，这样子的民族的解放没办法伸张，人民的解放也就自然会有一些纷纷扰扰的矛盾挚爱。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就是这是我谈到的我会的第一对转型正义的第一个看法，是我们对这样子的立法动机觉得存疑，是有疑虑的，是只是为了要因为全面执政了作为政治斗争，作为壮大长期执政的准备吗？这是我会的第一点意见。第二个，我们同意在台湾社会有很多的正义事项需要去落实，需要汇集全民的意志去克服各方方面面的困难。这个，所以我们建议是
暂停这样子的条例的立法，建议在立法院为主导，或者是其他机构为主导，建立促进社会正义的社会协商机制。哦，我今天大概主要的就是报告，我会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转型正义所会诊的各方面人的意见，但是我们的意见，最终的意见还没做成最终的决议。等我们有了正确，我会有正确的决议，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用完整的文字向贵院来报告。谢谢。谢谢蔡会长。接着我们请苏少芹研究员发言。主席、各位在座在场的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天代表这个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事实上我在大学里头教书，也最熟我们这个杨教授在人权协会当志工哈。那今天很开心，很荣幸能够应邀对这个转型正义提出相关的看法哈。我想时间点也很重要的哈。这个法案刚刚就如陈恩刚刚先进所提到的好像即将复委也即将通过的样子。越是临门一脚的时候，我们要越小心的去看。现在已经不是谈论只是谈论所谓转型正义的理念的问题，而是已经到立法的阶段哈。那在立法的阶段，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我看到这个法案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今夕何夕哈，会不会过了20年、30年之后，我们又来对这个条例所适用期间的相关问题又要来促进再次的转型正义哈，这是我们担心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在大学研究阶段，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还在戒严阶段哈。那戒严阶段的那些师长所教导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些条文里面很多东西要特别注意哈。什么条文呢？就是只要是帝王条款哈，法律词穷的时候出现很多帝王条款，比如说条文本身直接用正义两个字，那就非常的担心哈。再来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版本里面提到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哈。那我特别去查阅了一下哈，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如果依照我们大法官499号解释里面，他提到了几乎涵盖了所有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国原则，包括法治国原则，包括社会国原则。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打击面是多广哈，这个影响面是多广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条文，包括我们谈到所谓的要立法影响评估哈，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评估嘛哈，立法前的评估，立法中到立法后，那里面很多的条文，诚如先进所提到的哈，就是它的不确定概念实在太多了。再来是对既有法制的权力分立的一个特别规定非常的多哈，我们非常清楚哈，当然知道说这个矫枉过正哈，不过正不足以矫枉哈，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又因为是这样，所以要更小心哈，更小心，而不是说动辄直接把构成要件直接用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这样去涵盖哈，这是非常令人的担忧的。特别是里面有很多的特别的规定，比如说把个资法、把国家档案法做特别的处理哈，还包括所谓的人员组织的一个基本的组织法做特别的处理，那我们就很担心哈，这个条文在到时候在适用上的时候，我们要开 N 次的公听会、N 次的研讨会去决定哪一个法要优先适用哈。那如果当优先适用不确定的时候，那其实事实上是各个机关扩权的开始。这难道不就是我们转型正义当初所关怀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权力是被节制的，而是不是再次的把它放纵出去？哈，这是整个一个法的氛围大方向上所担心的哈。再来是我们看到大院里面的这么多的版本哈，这么多的版本里面，它的跨距好大好大哈，可充分显示说百家争鸣，但是呢不太容易收敛哈。我们可以从它适用范围，可能比如说以党国民民进党版来讲，比如说到35年左右，总共从开始到结束在35年左右。到我刚才看一个版本，从信实以来1582年哈，1582年一家的话也是大概435年哈。简单讲，我们里面的版本从35年到435年都有哈。再来是里面对于所谓的处理哈，当然我们可以说很限缩到个案处理威权实体的，比如说国民党的统治，到可以扩张到历代的政权哈，荷兰、西班牙哈、郑成功、日本的政权啊，所谓的统治政权的更移，到所谓的
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所产生的相关的人权事件。那我不由得要说啊，如果有这个条文来看的话，那说实在话，甚至可能适用到现在连现在的新移民遭受到歧视都有可能被适用到哈。那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各个版本它的跨距是很广很广的哈。那我刚才从会议资料里面看到，我们行政院有个报告哈，行政院有个报告，因为各位手上可能可以看到，它只有一页半哈，一页半哈，它里面提到说，贵院民进党党团为共同促进我国转型政绩的加速落实，在兼顾面向完整及实际可行性之下，提出促转条例草案的框架立法，本院原则支持哈。那我必须说哈，行政院基本上是一个立法的提案单位哈，应该要很负责任的对这样的转型正义提出他应有的看法，而只是居然对于党团哈，就是民进党党团哈，原则上经支持，我觉得是蛮遗憾的，就是说党跟党每个党我们。就是前如我们刚刚的学者专教授提到了哈，党当然可以有党的版本，但是国家必须要对国家的看法哈，这样才对哈。所以行政院是不是行政院的版本在哪里呢？事实上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哈？好，讲了那么多，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转型正义这个法我们就不要定了哈？其实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转型正义的这个理念是对的，但是我们打击面是不是太大的太广了啊？打击太大太广了。那我觉得韩非子有句话说：“法随时转则治，治于事宜则有功啊！”哈，既然你到了立法的层次，就是要谈到法要的可行嘛，而不是定了大而不当、不可行，而且更大的专权，那就不好了哈。那我觉得大院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我们过去从所谓的相关的法的立法，特别是国际的公约的施行法啊，公约施行法。两公约的施行法，乃至于其他公约施行法，我们大概大院已经通过大概五个左右吧的公约施行法，还有有关于基本法，基本法大概有六个基本法，也就是说，事实上要处理像这样高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就如我们的很多立法草案内容所提到的，要框架立法，但是我觉得里面的立法的密度太高，也就是说名字叫框架立法，但是呢，事实上手段上是不合比例的，是落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参照有关于公约的施行法，或者是各个所谓的领域的基本法，包括这个科技的基本法，包括原住民族的基本法，这样的一个立法精神、立法的概念做处理。这是第一个我所建议的。第二个是有关于所谓的转型正义的事件，我觉得应该做一份清单，应该做一个清单，这样打击面才不会过广。当然刚才学者提到说特别强调原住民族这一块要特别拿出来。那有学者可能产生保留态度，说可能用转型正义不太那么适当。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做一张清单，这样会比较聚焦一点。我们过去某种程度上用比如说228的相关的立法，白色恐怖的相关立法，那这样的立法是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讨论，各个委员可以加进来更细致的讨论。我觉得我们谈到很多的理念哈，很多的理念，但是我一直强调在立法的阶段必须要审慎，而不是立了一个法之后我们过一个阶段整个又翻过来哈，又要再转型哈。然后最后让我想到哈，我们这几年来大概提到几个问题吧。第一个比如说全球化哈，那全球化如果要提的话，那可以提大航海阶段，还可以提这个郑和下西洋的阶段。同样的道理，我们常常转型正义，它或许是一个很时髦的，或许是很好的 slogan， 但事实上是不是作为立法的一个标题哈，是可以再谈谈的。这是我们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哈。大而不当的立法倒不如不立哈。再来就是我们这几年也谈到后现代，那在后现代里面的立法里面，其实我觉得个案立法不要大部头的，想要做一个通案式的立法，而立法的密度又是这么高啊，把它放进去啊，这个是请各位委员要特别的是可以参考的哈。然后我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补充一下，是条文的内容我仔细看了哈，我很觉得蛮遗憾的，或蛮担心的，就是说各个版本几乎都要成立所谓的独立委员会哈。刚刚杨教授也提到，独立委员会的层级是不是适合由行政院院长来提名，大院通过就可以哈，这个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更担心的是通过之后面的相关监督问题哈，监督问题，因为一个独立委员会，我们说它独立委员会就是跟行政院本身若即若离的关系嘛，不然干嘛独立呢哈？那独立之后，我们在学界里面很多的讨论，就是说那相关的他所做的处分的相关救济怎么救济呢？各个版本不见得一致哈。那这个可以再谈，但是我更担心的就是说，那请问一下，他做了相关的结论报告，要向谁报告呢？
向立法院吗？还是向行政院？啊，那这是基本上包括我们的所谓的监督密度的问题。哦，如果真的要立，哦，而且这个会期就一定要通过的话，那 我建议，哦，第一个真的就做到框架性立法，把这个高层次的标举的这个纲要举出来，还有我们可以成立相关的委员会，把相关的我们要处理的人权的事件、转型的事件提出来，然后再个别的另立其他的个别法。那这样也符合后现代啊，后现代就是不要大部头的立法啊，全方位的去立法，大而不当，而是每个个案的立法都是有意义的，都是细致的。以上，谢谢。感谢，苏朝琴研究员。哦，我们会稍微调整一下发言的顺序哈，不好意思，我们先请邀请廖达奇教授发言。好，不好意思。那个李沈成研究员跟你说抱歉一下哈，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从高雄上来哈，我等会儿我下午还有课，所以刚才跟主席特别拜托，因为等会儿要赶11:24的高铁回高雄上课，跟大家致歉。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做的研究领域跟转型正义的关系不是太密切啊，那所以受到邀请来这里，其实心里蛮心虚的，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这么专业啊。不过也愿意分享一下我来这里的一些背景啊，因为跟转型正义的研究没有关系，但是跟相关的事物确实有相当的联系。那所以我对于我自己来这里的一个背景，还有我对整个刚才立法的法意啊，就是整个立法的动机啊，还有这个前面的论述，我想我也发表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最后这个对这组织定位，我也来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啊。那刚才因为好像政策基金会的苏研究员，其实他对法理啊、法条的细节内容讲得非常好。那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我不多说细节。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个人呢，在2008年国民党轮替执政回来执政之后。那其实民间吴乃德教授，他就现在中央研究院的民族所所长啊。刚才我们这边也有柯教授，他邀请我一起，我就加入了叫做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促进会啊。那时候你大家打开网页去看一下这个台湾民间和解与促进委员会，真相与和解促进委员会的宗旨，就觉得说好像政府做的不太够。那民进党执政8年，2000年到2008年。民党是第一次执政的啊，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到位，当然其实受限于很多限制，到包括那时候立法院国民党跟新民党合起来还是多数，所以他觉得由民间来做会比较好。他其实里面有个问题，像这样子的一个促进民间和解的一个事件，是不是由民进党来推动比较好？那个利益上，也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要真的促进，目的是促进民间和解的话，那是不是只有一党来推动会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由民间来发动，那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参与。当然后来的他整个细节事务上我没有参与很多，刚才柯教授就是交通大学的文化族群，他也介绍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个人也非常佩服。那这是这个第一个背景，就是我参与过台湾民间真相及和解委员会。接着2015年啊，也就去年的10月多，快10月底的时候，那我接到姚立明教授给我一个电话。那姚立明教授那时候是就是小英基金会的一个董事哈，大家也知道他的角色身份，应该知道了哈。他就跟我讲说，那时候是总统候选人了，现在总统蔡总统要他来负责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那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一起来找学者谈一谈啊？那我没有，当时没有马上回应啊。那后来他大概找了一个中间人，我们讨论一下概念。这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民进党看起来就一定会执政了哈，2015年年底，因为我们天天看民调知道总统小英总统会执政。那我说，如果是民进党执政的话，这次推动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啊，是不是能够思考一下所谓老荣民的问题？这几天很热门的哈。那老荣民的问题，我说，因为我自己是老兵的子女了哈。我说老荣民其实是飘零过海啊，然后孑然一身，有时候埋骨异乡。那最可怜的是，很多人没有子女，没有人替他讨公道、还他正义啊，几乎是有点像是
我在北你不知道恰不恰当，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慰安妇啊，很可怜。那刚才我听到那个陈立甫教授说，正义只是对活人的，不是对死人的。其实我听了心里好痛哈。那难道在这个整个历史转型的过程当中，在这些这么多就所谓的威权哈，其实那个可能的牺牲者，我当然听了刚才的那些就是。228事件受难家属故事，我们都感同身受，非常的痛。那但是看另外一边，这些老兵他真的就是一无所有。我所了解有很多不识字，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苦说出来，当然也留不下只字片语。那我们对这些人又用什么态度来对待？那是不是在民进党政府要在做第二次执政，而且完全执政，能不能显示更大的高度，更高的包容度哈？这是我的期待。当然，这种说法以后当然就毫无下文啊。但其实也就罢了。但是这里面我试图说的，如果我们在讲一个转型正义，不管你怎么界定，刚才其实陈立甫教授一开始点得很好，这些词都是国外创的哈。那当然针对一些历史过程里面很多人受难那种苦事。说不出来的痛，好，而且是有时候是莫名其妙，这个欲加之罪。那所以需要一个平反。那这个名词是，不管它是在波兰啊，这个后共国家流行啊，或者说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后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种种作为啊。那我们这些名词是不是我们就不加消化的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国内？毕竟我们还要回头看我们国内我们自己这群人的故事，而且这群人的故事不是只有过去，当然还有未来啊。所以我想到这种可能，我们追寻的目标，如果要谈转型正义，且不论它的定义，我们追寻的目标是台湾社会的和谐，族群的更融洽的话，那是不是比较能够换位思考？就是你站在我的立场，我站在你的立场，大家来思考，可能更能够达到族群的融合，或是说真正的所谓的每个人的历史正义啊。你听起来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所以我认为如果真要做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跨党派高位阶，而且整个做法上面是更有一个历史深度哈。那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想法，但我知道国民党因为在2008年到2016年可能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被轮替掉了哈。那我们人民能够拥有的法宝不多，我们就是靠民主选举来轮替那做得不够的。那当然现在民进党回来执政是完全执政，那他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比较只代表部分人的意见，而不能够关照整个社会里面真正深沉的痛，那只站在一部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能不能治疗这个社会痛，是正更加深这个社会的裂痕，还是能够逐渐消弭这过去历史的伤痕？这个其实是民进党的重要选择哈。那我们且不说，我们回到看民进党的这个立法的版本，它一共是一共我看了有五个版本哈。那我看了民进党版本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还蛮痛的哈。那先讲几个简单讲讲关于历史真相，我完全赞成刚才那个苏研究员所说，是不是要做成清谈？因为大界面太广了。比方说陈文成跟林益雄的事件到现在为止不清不楚，我很赞成这里面去做个清扫。那我自己讲一下这个还原历史真相，也其实要注意到这中间怎么样能够盯紧那个事件本身，而不是把全部人都打伤。我自己去参观过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 Holocaust Museum， 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的体重，犹太人是在二战里面被杀的最惨的600万人。我刚刚听到说正义只对活人不对死人，好痛啊！因为我看到犹太人对他们的无声无息死去600人做了很多事情，正义不能够只对活人哈。有的死人是莫名其妙的，他需要有平反的机制，即使他没有声音，即使他已经永不存在。那我看到那个大屠杀博物馆最让我深刻的，我只能简单说，因为我时间也不多了。第一个，他区分谁是真正这个造成屠杀的元凶。那大部分因为现在的以色列还要跟德国人交往，那如果你一起把当时的德国全都恨了，那现在以色列不要在这个世界立足了，他也很难，因为他跟德国还很密切，他自己内部回来的犹太人还有德国人的血统，那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追索真正的加害者？他做了好细致的区分，他告诉大家整个这个大屠杀事件只有少数人知道，少数德国人是真正知道，大部分德国人都是无辜的。他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第二个，他在还原历史真相上面，他不是追寻一个只有我独占的真相，他最后一个场景那个大屠杀博物馆做得 很
非常有趣，细节不讲，它整个是一个大的蛋形的一个建筑，那个蛋形大概有五层高，在三层楼这边上面，蛋形上面全部都是照片，就是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大概有两三百万。那中间是一个圆环，是一个玻璃的圆环，你可以绕着走看那个蛋，然后底下凹进去到最底下也是个蛋，蛋底下是一个一公尺的直径的一个圆池塘。那看上面你当然也不认得，等到你看他导游叫我们看下面，看那个池塘，他问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当然是那些照片的倒影，那个照片倒影而且都是比较破碎，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活过，有血有泪，有欢笑有悲伤，但是你看到就是一些破碎模糊不清楚的东西。然后导游再问说，你们看到是倒影不清楚对不对？好，第二个，你从左边看跟右边看，看到的倒影一不一样？不一样。他说我们犹太人完全知道历史怎么看，那个真相都是倒影，不会是全盘的真相。但是我们要记得，个人会看个人的角度，也看到是分碎的。我们只是用这个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他没有机会讲话，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们知道会各说各话，所以真相不是一个版本。那再讲到促进社会和谐，我也讲过，你只从一个角度看，你不可能有和谐。再讲百废待举，其实这个他的文里面我看到，像我们228基金会执行长就在这，我也是228董事，所以我觉得时代力量的可能还更好一点，历史正义与权力回复法，他看得更宽广。当然在具体措施，我只讲一句话了，我说位阶要高，他就不能只是行政院，他如果到监察院甚至到总统府都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不反对做事，但是这个监督机制，当然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研究员讲的，他需要更 缜密的设计跟思考。谢谢，我的时间到了，对不起。谢谢廖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隼成研究员发言，不好意思耽搁到你的时间。好，谢谢。对不起哦，如果大家要需要去洗手间或是怎么样，就请自便哦，我们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好，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各位讨论自己关于转型正义的心得。由于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很快切入主题。有关转型正义，大家有谈了很多了。那么这当然是国外的引进来的概念。那可是我个人一直认为，转型正义的概念，它甚至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想法。它的很多东西是很矛盾的，而且是双重标准的。当然，我们说正义是我非常赞成前面有先进所讲的，正义不是需要转型，它是需要伸张的。所以说正义是需要伸张，需要调查。比如说我个人就很赞成说档案是应该开放档案全面开放，因为我们很多知道说过去到现在以来档案是很多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有红绿都被受压迫了，当然里面还有这个我们也不会员对岸所派来的这个人员在这边潜伏，还有也很多问题。那当然说国内不同的情治单位当时军统跟中统后来都还有很多互相倾轧的问题等等，还或者说名人甚至是互相诬告，就为了要拿到对方的财产互相诬告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那调查之后才能够真正去和解。我想说这些部分都是可以谈，但是是否要需要用转型政策概念去涵盖，那我个人就非常保留态度请看。因为我个人在巴黎第一大学念书，念学的是宪法，但是后来发现说地缘政治非常重要，因为大国是地缘大国宪政秩序是推动地缘政治的推手，那小国宪政秩序是受地缘政治的挤压的牺牲者。那我们就看那矛盾转型正义势力，我举了很简单几个例子，比如说失败的例子，我就觉得是波兰波兰他长达七十万人遭到之后所谓的除垢法、清洗法的清算，那但是他到现在他越他从1997到现在他越转呢就越为民粹专制。今年一月，欧盟已经正式对欧盟波兰举行了预备调查程序，调查说你这样越你这样是否是已经违反了欧盟的民主跟人权的标准？那这是今年一月的事情。如果说他违反的话，波兰就要被停权在欧盟的投票就要被停权。那我们再看乌克兰乌克兰也是举行了正义跟正向正这样调查委员会转型正义也有，可是他内战随即爆发，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俄罗斯裔的人跟乌克兰裔的人搞不好。那结果现在的结果是说国库的黄金全部移转到国外去，那么国家是四分五裂了，那我们就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南非的例子是也是非常有趣的例子，然后他当然是和解是很成功的南非的大主教他每次在进行和解调查委员会，所以举行个仪式唱这宗教的歌那他为了要消弭当时的内战非常多的力气，可是我们也实在是不会，因为这些都不是政治正确，所以国内没有讲他其实整个公务员体系跟经济体制已经被摧毁了所以南非在当时隔离之前，他还可以做核能电厂
现在是沦为是卖资源的大国了。他的去年的第一季度失业率是高达25%。那这些我们都不能不去看到它。当然，这不完全是转型正义所带来的结果啊，但是它所造成的整个公务体系的摧毁，倒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那我们说矛盾跟双重标准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美国、德国跟法国，我们后面都会有提到啊。你看，那争议很高，像西班牙，那根本没有处理啊，没有转型正义，而且不转型还获得西方世界处理的例子，就是阿富汗。我们这阿富汗的总统本身就是军阀出身，那么他的很多左右手部长啊，国防部长，甚至都是种鸦片、海洛因的人啊，就那个我们知道阿富汗所生产海洛因是全世界90%，那所以他很多的部长啊，他本身就是军火贩子跟走私贩子，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啊，会受到惩处，美国也不讲，联合国也不讲。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根本不对阿富汗做任何起诉，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不做任何起诉，卡扎伊总统的这个政权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所以他当然是不会受起诉了。所以我就说，这转型正义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双重标准。请看下一页。那我们有看亨廷顿先生他也不赞成用诉讼方法进行民主过渡转型正义啊。那他我这边列出了很多六项理由，我们就不一一介绍啊。最主要说民主应该在和解之上哈，对不对？各方要达成谅解，而不是互相去私愤而已。好，那我们请看下一页。那我们就看这德国党卫队，我们看德国的清算是很不彻底。那其实这是比较有关美国部分。那这个 SS 上校，党卫队上校 von Braun 啊，他是 V2 火箭的很杰出的纳粹科学家，后来是美国网罗道去做太空总署的探月驻唱主持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清算过。事实上是党卫队的上校，请看下一页。那这些都是他当时的照片啊，他穿军中间穿西装者就是他，因为他穿军装的照片就被销毁了，请看下一页。啊，这也是他穿，因为他穿军服的照片，所以我们说我非常支持档案全部开放，因为他现在销毁他档照片的人不知道是谁啊，请看下一页啊，这些都是他到美国去之后都备受礼遇，请看下一页啊，他是 from Nazis to NASA 啊，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宣传，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但是从来不会去清算他啊，请看下一页啊，他是地位很崇高，再请看下一页是 Time 杂志说他做封面人物啊，再请看下一页。那这个 Hugo Boss， 那是大时尚大师。他本来在1931年呢，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生产厂，但是他设计的帮希特勒设计的纳粹冲锋队党卫队的制服。那所以他营业额呢，从1941年就营业额就高达3000万马克，那是非常惊人的，奠定今日全后日后全牌品牌的基础。那我们看对比一下德国，对比一下法国米其林，大家都知道他是轮胎跟餐饮业的巨头。那他二次大战时期1/4的轮胎是生产是给供应给德军的，因为轮胎是重要战略物资，但是他今天呢也没有被清算，所以法国人也是把他放过他了啊，请看下一页。啊，这是 Hugo Boss Hugo Boss 是德语啊，是法语啊。他是1930年设计作品系列的宣传海报，再请看下一页，这是当时的他宣传的名片 SASS 的制服的生产者，这是他当时的做法，请看下一页。那所以这是 BMW， 那 BMW 生产这个机车啊，非常的著名。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挺机枪，是 MG42机枪。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机枪呢？因为很多人说转型正义已经清算了德国的公务员，其实没有啊，他有清算一部分，他很多一部分更是没有。军工生产者根本没有去清算。MG42机枪，请看下一页哈。再请看下一页，对不起，这是 BMW 很醒目。这个机枪到现在德军还在用，现役德军还在用，只是用它改型叫 MG3。那所以它的设计图、生产工厂全部没有被清算，它还在继续要用啊。请看下一页。那到2011年的时候，终于法新社终于法国人终于报道了，还有 BMW 跟 Hugo Boss 啊都承认说他们曾经纳粹德国的密切合作啊，但是从来没被清算，一直到现就此了事啊，也就大家就轻轻放过了。请看下一页。那最有趣的是这个德国柏林布兰登堡门前的苏联红军胜利纪念碑，到现在正常保留原地。我们知道，其实二次大战当时70%的德军伤亡是苏联红军造成的。那么当时我们今天所看到中东欧全部都是德军当时占领地，所以苏联红军到那时，当时是被以为是解放者来欢迎的，但是后来当然是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清算他，那结果清算，结果德国人要清算说他都有清算，结果是这个不义遗址，所谓不义遗址就没有被清算，还现在还留在原地，请看下一页啊，这是再请看下一页，这是苏联红军的战士，他就停在柏林国会大厦前面，离布兰登堡门不远。再请看下一页啊，这是当时的战车，然后当然首先攻进柏林的战车的照片，他现在还就放就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战车跟苏联红军的雕像，请看下一页啊，这个不太很清楚啊，这门这个坦克车右下角就是布兰登堡门啊，请看下一页。
就是布兰登堡门。因为我意思是说，如果说要侵占不义遗址，但事实上柏林德国人只是口口声声说他们做清算了，其实很多都没有做，他也是一样双重标准、都是很多东西轻轻举重重举起，有些东西轻轻放下、所以我们都说它是矛盾的双重标准的一个事情、请看下一页。那西班牙也是个麻烦的问题、我们就是1946年联合国的决议，要西班牙联合国成员就不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再请看下一页。但是呢1951年美国就承认，首先承认西班牙了，而且长期支援弗朗哥。那有趣的是说，弗朗哥是指定了这个今天的西班牙国王的爸爸作为他继承人，就是这个 Juan Carlos。那么1975年弗朗哥去世之后， Juan Carlos 就是继任的国王，那他就制定了民主宪法，而且叫大赦。他当时就已经把他就是大赦，他根本也不去追究什么真相，反正我就大赦了。大赦之后反而西班牙民主就稳定下来，请看下一页。那么因为如果不这样大赦的话，Juan Carlos 的地位是有问题的，因为西班牙的一直有个流亡政府，一直到1975年才解散掉。如果这1977年如果没有解散的话，西班牙合法政府应该是这个西班牙的流亡政府，流亡在法国啊。那么可是因为Juan Carlos 本身是独裁者弗朗哥指定的，所以大家就认可了他这个地位。那结果结果大家当然要开始清算，2004年开始清算他。那么2005年呢，运输部长就半夜把马德里中央的弗朗哥的雕像板移走，移走之后就会引起各方反弹了。那结果就有人把相对阵营的共和军的领袖的将军的雕像也要破坏了，所以大家就说那干脆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啊，就不要再去弄，因为你一弄弗朗哥的东西啊，另外一个阵营人就反弹啊，请看下一页。那么我们就那个西班牙民调，4月8日民调就显示41%的人认为是说这个只是重新接受过去的事，自己的账本并不赞成，只有25%是赞成的。那么在我们看加泰隆尼亚的分离主义者跟 ETA 巴斯克独立派对于清算对清算弗朗哥也不领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清算弗朗哥就表示说共和政府那一些人要重新被名誉平反，但实际上啊这个共和政府对于这两个地方分离主义者镇压都非常厉害。所以说你去平反了这些共和政府军，那么就表示对分离对加泰隆尼亚跟巴斯克独立主义就造成了伤害，请看下一页。那所以说现在就最有趣的是说2014年6月19日这个我们现在的菲利贝他就继任是国王了，他等于是再一次间接承认弗朗哥的合法性，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弗朗哥任命的。对不起啊，再请看下一页，不好意思，再请看下。那我们现在波兰的正义那我们快跳过去。那波兰请看上一页，波兰有上个有三个总统在今年4月联名跟我公开写信就是跟波兰人讲说，目前的波兰这支路是不好的，是是篡夺了这个政权，所以请大家起来反对他。因为时间关系，我暂时介绍这里，因为我们就知道是转型正义是个很矛盾的概念。那我当然是我刚刚前面也就讲了，其他一些开放档案等等我都很赞成，但是是否用个别法律就可以处理，那是否要用冠元这个名称就非常非常值得商榷。谢谢。谢谢李研究员。接下来我们请张英爵总干事，是不是？啊？另外，就这一位，柯格中。哦，对不起，柯格中教授，好、哦，对不起，张总干事，可能请你再稍等一下，先请柯教授发言哈、哦。不好意思。这个谢谢林委员，谢谢主席，还有谢谢在座各位先进。那个我想今天我非常个人非常高兴啊，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对我们那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的公听会来参与。那其实刚刚有听到几位先进提到关于所谓的就是对于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个名词，或者是他所要从事的所做的工作，甚至连正义到底算不算在法律上算是一个一个法律的专有名词，我必须要明确的说一下，这个是，而且整个法律本身就是在追求以正义作为它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哈、哦。那也就是说，在法律里面，哈、哦，如果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讲了，如果说它不是法律问题，你今天根本不会去提释宪。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在我们的宪法底下所讲的自由，哈、哦，自由民主。包含权力分立、责任，这个权力分立跟责任政治，这一些它同时间是一个
政治学上的名词，但它也是属于法学上的一个名词，否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案件。哦，当然高度属于政治争议的事件的话，不容易在大法官的视线里面去取得一个多数决，这个我想他在客观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这也是我必须要去讲一下，说刚刚前面几位先进在发言上面对法律学其实是有所误会的，包含基本权的保障、自由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基本的条文，怎么会说这个事情跟法律没有关联性？所以我回过头来跟各位谈几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前面提到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转型正义其实为什么跟以往我们在制度里面并没有特别去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本身转型正义是在一种制度性的滥权，也就是说它透过制度去强化了它在这个制度底下里面去做侵害人民基本权，比如说自由权或财产权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转型正义其实它跟一般的侵权行为是不大一样，因为它本身是在当时的法秩序底下，你可以讲它是合法的，只是说我们透过宪法的规范去说这样子的一个法秩序，它其实并不符合我们本身宪法所想要保障人民基本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意志存在，所以才会以更高的一个就是说诉诸于宪法的正当性来去对当时候在整个法秩序底下的这一种所谓的透过法秩序的掩护，然后去做侵害人权的这些事实的回复。这也是转型正义为什么它不会发生在我们这样子讲每个国家，因为毕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民主的历史比较早的话，它不一定会有这个问题。那当然其实这里面可能还有连带另外一个问题要去谈的，就是说原住民族的这个转型正义，或者我们讲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好了。好，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个人也非常的赞成，因为只是说原住民这个脉络跟转型正义，我们今天在这个由民进党所提出来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草案里面，它其实在处理的脉络是不一样的。我们简单来讲，因为这个民进党版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它要处理的是在某一个时期里面利用法治的手段去对在这个法治底下生活的人们所做的侵害基本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它跟原住民族其实它的历史当然又会更早，而且甚至是涉及到你可以讲不光只是现在的统治的这样一个对原住民族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侵犯，它其实可能涉及到不同的民族，因为以台湾自己本身的历史来讲，我们有很多外来的民族来统治过台湾，那这些外来的民族它也造成了对原住民族的权利的侵犯，只是说我们基于对人的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族的权利保护的觉醒，所以我想我们也必须要去处理原住民族的这样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只是它适不适合放在一个本来应该是在要去处理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里面的所谓的转型正义。因为其实以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所要处理的对象，其实它的加害者，我们这样子讲，我必须要去说明一件事，因为我们以往的这一类型的法案它并没有去确认加害者是谁。我们打一个刑事的案件比方来讲，我们只知道有人被杀死了，可是你不告诉我是谁是杀害者，他怎么杀害他，他是基于什么动机杀害他的，有没有被害人之后变成是加害人，也就是说他在那个特定的时空背景底下。好，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整个过程把它给确认以后，没有确认你怎么样子立刻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被害我们知道，我们也给你钱了，给你补偿了，但是你不要去追究加害者。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被害的人来讲不仅是不公平，而且我也必须要说是不正义的一件事情。你今天不去做这件事情 OK，当然我们这件事情可能会再继续拖延，而且不一定 这一次的转型正义就能够做得成功，但是不去做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是我第一点必须要跟各位去谈的。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转型正义里面，特别是因为在我们提纲里面有提到几个是跟法律有关的，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不是由立法院来做，比如说由立法院先行立法，或者为什么不是由监察院来做，
比如说由监察院来进行司法的调查权，因为他在某程度上是有调查权。我必须要讲这一件事情，我们回到什么？回到责任政治。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各位，如果您仔细去看处转条例，处转条例其实它最重要的工作大概我们分成两个项目，一个部分是什么？一个叫做立法。好，立法其实立法应该包含修法在内，因为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制里面有一些它是在阻挡促进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去做去进行的，比如说国安法里面有一个第九条的规定，它对以前受到这些审判的人，它禁止了他再行去提起救济程序的可能性。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法律，你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就现行的法律规范去做整体的检讨和修正。你必须要去看哪些法律条文依照现行的法律规范有一些冲突的地方，你必须要去做修法的建议，而最后面还是要回到立法院里面来。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够由立法院来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涉及到相当大的人力资源的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有行政机关的人力资源，其实以立法院立法委员再加上助理，说实在话，国事如麻。你现在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根本就是你的容量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大，这个是本身在立法里面这么大量的修法跟大量的研究，其实坦白说一句话，即使是行政能不能把这一份工作做完，我个人认为还非常有疑问，因为他还必须要借助很大的民间的力量，也就是民间的专家学者们，比如说专门在研究那一段时期的受害的，不管是文化、历史、哲学、法学，他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它其实是很大一个面向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担心没办法把事情处理完。其实刚刚有先进有提到，就是说即使在别的国家做转型正义也确实不是能够很完全成功，你就知道转型正义做这件事情的困难度是非常高度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立法跟它的执行层面是非常广泛的。正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它立法院以它的容量，它目前的人员容量不容易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由监察院来做？不是说不能做，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司法调查权。可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一样跟立法院存在着，在容量上面，他没有办法去用这么大量的一件，就是人力跟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回到责任政治，因为这一件事情是现在的政府要做的，所以他本来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简单来讲，就是你不管你放在总统或是放在行政院底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由现在的执政党你要去推动，你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不好，当然责任算你的。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件事情做不好是立法院的责任或是监察院的责任，因为毕竟立法或是监察机关他自己有他的职司。那简单来讲，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如果行政院长不接受，或者是他根本就是用所谓的微调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根本就把它搁置。那我还是必须要强调，他就回到责任政治，因为谁希望你推动，结果你没有去推动，他自然就会反映在选举上面。这个本来就是责任政治之本质。换言之，今天谁执政，谁去推动这个，他一定会透过这个方式去反映出你不执行的责任的结果。最后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再谈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有几个法案关于不当党产的处理，那政党法因为它是一般型的规范，包含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跟处转条例，它本身是在处理处转条例，刚刚讲过是处理某一个特定时期里面威权统治时期里面的关于财产的取得。那我简单来讲，就是说由于这两个其实以目前不当党产的处理方面，它其实还没有办法非常周全，因为我自己在看它那个法条规范的时候，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在研究上面显示，就是说你还不光只是现在目前在政党底下或者是它的附随组织，其实包含你去看这两个条例，它里面有一个叫受托管理人，啊，其实如果你真正要去研究，它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利用党国关系所取得不当利益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追溯到什么范围，这个其实还蛮大的立法上的，一方面是政治意愿，另外一方面是立法技术的问题。那我想我就先把我的意见表达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柯教授，接下来请张英爵总干事发言。好，谢谢。
要按那个啊。主席，各位全部委员，各位先进，我是那个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进会总干事，也是副理事长。我今天本来以为我不需要到这边再重述，因为上一次我提过我们这个会议的成员以及内容，真的是对我来说心里的承担非常非常的重，所以要经常要重述这件事情是非常痛的。不过我现在先很不客气的讲一句话，前面很多空位有这个能力为社会弱势讲话声音很大的，他自己讲完了他走完了，我们现在留下来讲给我们剩下的知道。我们这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进会是刚结束的时候，从38年、39年开始，众多的大学生、高中生在学校里面都是优秀的干部，开始被逮捕。这个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当初高中生，各位比较年轻的算算看几岁，那个时候就被逮捕了，7年，只要是在班上当班长当个干部，一律就是逮捕，一直到台大学生被逮捕。那么我一直到现在，刚才众多人一直在讲转型正义，要了解真相，我们现在等了40年了，这些年轻人被逮捕被枪决，真相在哪里？南非的这位曾经来过台湾，在访问了白色恐怖受害者30个名额，他们也想了解一下他们南非发生的问题跟台湾这些白色恐怖发生的问题差别在哪里。我们跟他接触了2天，他感觉到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等了40年，我现在还在等，等的答案在哪里。所以刚才有不少的希望能够赶快公布所有的资料，那些口供以前的这个准备总部后来要结束的时候把这些档案也交出去了，毁掉的不少，有人在街头捡到了，有人拿去卖了。在上个月电视一直播了好几天，这几天呢大家如果注意这个电视的话，上面最近都是在谈论这些事情。我们讲要转型正义，转型正义，这个转型怎么个转法？正义在哪里？上一次的公听会，有一位教授也提出来了，为什么作为一个杀害者，到现在我们还不敢公正的是他迫害了台湾这一些，还做了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纪念馆。所以说要转型正义，先把这一个自由广场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学术借用，或许各方面
由立法院来推行，从那个地方先转型，让台湾的社会才能灭平现还有存在的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现在我们这个会还存在的，被无期徒刑的还活着的剩下不到三个人。刚才有一位专家说了，说受害者已经领了补偿金了，还要怎么样？我听了非常心痛。一个优秀青年就是一个家庭的柱子，被毁了，这个家没有后代了，拿了500万。当初提出去立法院要求1000万，说被枪决的国民党党团把1000万删掉一半，在那边讨价还价，枪决了一个优秀青年，一个家庭的柱子，可以传代的，居然从1000万删掉500万。今天这个年代了，还有学者专家在这一边大放厥词，说拿了500万了还不买，还为什么不买，在责问。我本来不想，临时心一痛不想上来讲话。今天我们还活着的90多岁的被关了无期徒刑的，现在剩下没有几个。我们未来要灭平他们的这种心情，我们每2个月还为他们办一些庆生会，全部都是自费。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单位可以补助一点点这一种慰问金，我们不敢奢望。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在座位坐，尤其是年轻人，你们想想看，你们这个年纪，当年这些人为了刚抗战结束来台湾的这一些，是如何的贪污？那么军队大量的涌进台湾，上100万。由台湾的老百姓辛苦的把他们养大。我曾经到了复兴乡去了，当年的总统他从中国要来台湾38年的时候，他怕台湾在28的时候发生事情会对他报复不利，他先牵遣一个小组来台湾打听看什么地方最安全，结果就选择了当年没有道路非常非常不方便非常安全的一个复兴乡。那个的有一位是日据时代亲自被这个栽培出来，在地方上也送到日本去求学医，后来在那个地方也是算是一个民意代表。蒋介石38年要来台湾要躲避，就他就自告奋勇的把他带到他们那个地方去隐藏起来。后来5个首脑联合起来说，希望把原住民的土地没收的还给原住民，就这样子说是他们在合伙把5个首长统统枪决。这个是我亲自去访问他的遗族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讲到转型正义，不是转型，我们这个正义还没有正式伸张，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看看，外国他们是不是像台湾这么复杂的政治问题。各位，谢谢在这个短短的时间能够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谢谢。谢谢张总干事，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举办公听会最主要的功能就倒不是说现场的这个演讲而是主要是因为列为正式的记录在我们的立法院的公报里面，然后主要是要给将来修法的委员作为参考，所以您在这边的发言不管有没有观众都一样的重要跟您补充说明一下。接下来我们有可以做第二轮的发言那在发言第二轮发言之前，我们第二轮发言是五分钟了补充发言可以有五分钟。在第二轮发言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我们行政机关因为我们行政机关也有四个单位也有列入那个有书面说明也会一并列入记录以及公报刊登公报。我们行政机关有没有要直接要做回复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第二轮的发言这个已经念过了，好，那个第二轮的发言，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就是我们台湾原垦农协会高雄市分会的陈戴生先生要代表农垦会来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首先我要跟各位来做个报告，就是说台湾福尔摩沙嘛，这个有福气的宝岛，数千年来原住民跟来到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相处蛮和谐的啦，对土地的管理、典当、交易、买卖、耕种，大家安享乐利啦。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开始建立政府来管理。后来呢，郑成功还有清朝，接着割让给日本。从1624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长达322年，有政府管理的期间呢，对这个土地的制度都还算良好，大部分都沿用旧习惯，尊重民间的买卖，那个转让契约，就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尤其特别的是，康熙22年，清朝把台湾收入版图，清朝那个当就是宣布台湾的土地一律民有，不管郑成功时代的官田、民私有田、屯垦田，一律改为民有。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明治31年到37年，日本政府为了来厘清这个地籍，为了能够做好地震管理，所以开始去实地的做土地调查测量，还有建立土地登记制度啦。可是呢，到1945年截止，日本政府真正有列入土地台账的面积只有110万甲啦，大概换算等同公顷，就说占台湾的面积只有三分之一，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未查定地啦。未查定地依照我们政府35年颁布的台湾政府那个土地的厘整办法呢，这个第四条规定要办理总登记呢，就是要核对土地台账嘛。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领到中华民国的土地权状，那么三分之二未查定的呢，依照厘整办法第七条规定，就是要去做地籍调查跟地籍测量，然后呢要去进行总登记了。可是呢，总登记它有规定，要先有地籍调查测量，
然后公告登记那个公告地基图、公告登记区域，要依这个程序来办理啦。可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在38年宣布戒严，从来都没有去做这些工作。那么呢，最近一直在办理总登那个第一次登记了，总登记在38年底就截止嘛。那么总第一次登记要比照总登记的程序，可是没有按照这个法定程序的进行主头登记国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未依照那个程序正义嘛，也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那么哪来的实质的公平正义嘛？那既然呢对这个土地呢不明不白，直接的把它进行登入国有，那么很显然的嘛，就是侵犯老百姓的土地权利嘛。那么我们希望说，需要拟定这个转型正义追捕法律啊，这个条例来还给人民公道嘛，还给人民公平正义。因为呢，300多年来，如果换算我们20年呢，可以结婚了，我们算30年传一代好了，十几代的累积啊，流血流汗呢，哦，冒死来这边开垦，那么一次就被国民党来那个接管中华民国政登陆中华民国政府，这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全台湾超过200万以上的家史，我们是财产受难者，十几代的财产被国家那个没收掉，明显违反宪法第15条，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一律保障。你没收人民的财产，让袁垦龙那个没有工作、没有办法生存，请还给国道。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立甫教授第二轮发言，时间一样5分钟。好，主席，各位先进，不好意思，快到午餐时间，刚刚因为没有讲完，所以不好意思再上来第二次。我们刚刚应该有国会频道都有录影的，我没有讲说那个转移正义是为了活人的，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我们不赶快通过的话，活人都要变成死人了，不要让他死人的时候才享受转型正义应该得到的。好，我想刚刚有录影应该是没问题。好，那个我想要补充的几个部分，就是说刚刚有一些先进讲到一些转型正义的一些 成功跟失败的部分，就是没有做好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其实转型正义在全世界各国都是 ING 都是进行中的，其实都还在推动。包括西班牙的转型正义从1978年推动到2004年之中，其实也是跟台湾差不多，经过20多年，现在也有新的一些演进，也有新的进步。也就是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很多国家来讲，特别是威权的遗绪都还存在的结构之下，所以我刚刚发言的重点就是说，转型正义条例主要突破的是官僚，就是结构的问题。就是只有结构，其实很多朋友刚刚有讲到说啊，正义只有一种，我也是主张正义只有一种啊。照理说只有一种，就上帝的那一种而已，哪有第二种？正义对我来讲就只有上帝那一种，没有第二种。但是什么叫转型？就是只有转型以后才能做的正义，而不是说转型过的正义，不是这个，是转型的是结构，要转型之后才能够面对去处理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包括如果我觉得我老师体罚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讲，等到他死掉以后我才会骂他。但是毕竟他对我不错，可是我现在不会批评他，好，我还是感谢他。不过他毒打我这个过程，我不会忘记啦。例如举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东西，就是那还是要讲，但是说我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讲，那是我自己的部分。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他现在没有时间了。刚刚的前辈有讲到说，台湾受到白色恐怖时候受到无期徒刑宣判的人，里面剩下3个，剩下几个？那我们如果再通过，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部分。那另外有关应该加上刑事诉罪，以韩国的经验来讲，跟各国的经验来讲，有关转型正义，其实要讲到是刑事诉罪应该是没有期限。为什么需要转型正义？就目前的司法结构，刚刚台大的老师也讲了，就是说会有追溯期效的问题，会有对官僚体系会有资料取得的问题。那这些资料过去已经被破坏太多，被卖掉太多，被毁掉太多，我们要不要赶快定一个条例禁止破坏？如果有人在破坏，把它抛弃、毁灭、变造，我们要不要有刑事诉追？这个是我们现在才要定的，而不是说现在就离出真相，不会现在就有真相，但是现在就要保留证据，
那我们哪一个条例现在是可以保留证据的？那么要救这些帮这些活人伸张正义，这些受难人伸张正义的话，如果还被害这个加害者用那个个资保护法，用这个国安法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如果突破，那至少我们先做到保全证据。所以转型正义条例处理的东西，应该是说大家各党讨论是说，我不处理保存证据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但是说我要刑事诉罪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说这个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我才定那个加害者的罪，可是这个我们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一个责任，但是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正义的宣示，不应该再发生。那么有学者做统计，因为我们也有做过一些调查，全世界大概五十，我们有学者做过58个国家的统计，里面呢，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多少都有做到一些转型正义的里面，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就是转型正义做得越好的，通常是这样，有这个观念。虽然我们刚才举出一些做失败的或有一些后果的例子，不过相对起来，刚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现在波兰被认为说人权侵害问题，有人滥用这个，确实是可能。不过欧盟里面还更讨厌一个国家叫匈牙利。匈牙利连做都没有做啊！匈牙利是完全被认为是欧盟里面的独裁专制独裁国家，他们对希腊的从希腊来的这些移民的做法是怎么样去踹那个小朋友，是女警去踹的，这个匈牙利政府都还没有处理，所以还是有一个落差的问题，就是有做跟没做还是有差别。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或台湾，我们要做的是普世人权的标准，这个还是要做，还有我们要避免我们国家的展馆里面呢、啊，把转型正义变成文创商品。我觉得先做正义，不是先做文创。很多人说，反正我现在把它转成做文创，像我就算各位对行政单位有交代，我觉得这个不对。另外，犹太人绝对不会接受希特勒纪念馆跟奥修维兹纪念的那屠杀纪念馆两个放在一起纪念，两个都可以参观，这个叫多元表述，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正义只有一种，但是你可以东西存在，可是你要重新诠释。不可能有纪念奥修维兹的这个大屠杀，又纪念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存在这种事情。可是台湾现在存在，这个是精神分裂。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请柯格中委教授第二轮发言。谢谢主席林委员。那个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其实陈教授有再多补充了一些东西哦。那我必须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放弃对正义的追逐，这个是国家最大的悲哀哈、哦。国家本身立足的正当性就在于，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共同实践去追求一个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一个世界，尽管人们其实是不完美，但是我们透过了我们大家共同认为正义这件事情是值得追求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正因为我们现在集合大家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开公听会，因为这本身就是程序正义的一环、哦、那我现在刚就是前面有几位先进有发表过一些意见、哦、我必须要去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今天这个公听会也许只是我们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收集民意的一环，其实将来这个转型正义的争议在我们中华民国境内还会再继续存在，因为这个法案即使是通过以后，它接下来还是我相信啊，就在野党也会提出去申请释宪，不管是哪一个，不管你是正当防或是不当当产处理的条例，或者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接下来它还会再面临的，就不管它会去做违宪审查，甚至是个别个案，包含你认为它是正当或不当党产的认定上面，它一定会去打行政救济。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问题它一定会在我们国内持续性的去做争吵，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好事，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该要去追求的，而不是因为它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弃去做追逐这件事情。你如何能够在被害者家属的面前去告诉我们因为它困难所以我们就不要做，没有这一种事情，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就先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鬼了。那你今天说我们完全不去做追逐真相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去讲，就是说转型正义里面其实它跟原民这个种族对种族的这种迫害的行为其实还是有不大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转型正义里面其实它不是用种族去做划分哦、我们如果 用一个政治学上常常提到，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其实在转型正义里面同样有本省人跟外省人受害，那他同样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是本省人跟外省人的加害者。我们要的是厘清到底这整个过程为什么会发生，
那以及哪一些人其实是加害者，那其实跟现在的由于那个年代的久远的关系，其实他不会是同一群人。可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知道过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没有对真相的追逐，就不会刚刚有先进弄这么多。我们知道在德国这些大的工业的巨子，其实很多都参与以前对 SS 对这个纳粹人的这些 的加害。正是因为有追究，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 BMW 原来 Mercedes-Benz 以前都用过的奴工来参与他们的工业生产。正是因为有这些真相，所以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他必须要去谦卑的面对他自己过往不堪的过往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警惕现在以及未来我们的下一代，告诉他们说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再次的犯下同样的错误。所以没有真相其实是不会有真正和解的可能，因为被害者的伤痛是永远存在的。我相信即使是在不管今天是潮或是野的政党，他只要认真的思考正义这件事情，他不会去反对这个事情的推动跟执行。他也许会对个案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里面，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是他的不当当产，那我认为他不是，你们会去争执。那现行制度里面本来就有所谓的相关的行政救济程序，甚至你讲说这个会不会滥权，所有法治国家里面的国家任何作为都必须要有法律为依据，不然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做什么呢？好，他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他必须要符合信赖保护原则，这些都是早就存在在法治国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请容我去陈述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立法，就是因为原有的既有的法律秩序，它其实是不能去处理大规模的利用过往制度的合法化来去对人民基本权的侵犯，所以它才需要用立法的方式去把它翻转过来。这就是在讲转型正义啊！因为你没有立法，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依照原先他以前的作为，他是合法的，甚至你可以讲以前这一些，不管你是财产的给予哦，就特许权的给予啦，因为以前也有很多是利用这种党国关系他去取得特许权，那他都是依照当时的法律规范，甚至是依照行政命令，他就这样把它移转过去了。你说这个有没有不合法？依照当时的法律秩序它是合法的。我们也正是因为说，正因为如此的一个整个的法秩序当时候是不正当的，在宪政秩序上是不合宪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定这样一个法律。这是最后做一点补充上的说明，谢谢。谢谢，感谢柯教授的补充说明。好，第二轮发言，好，那个李研究员还有第二轮发言，时间一样是五分钟。主席，各位先进，很高兴在这第二轮发言。我觉得今天来就是一个讨论事情哈，转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有关于，其实我刚刚个人资讯有限，我也不知道说袁可明有这样的事情。那我认为说这样的事情都是应该，我比如说我刚刚就讲过，档案应该开放。那么各个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你要去追，你要去有一个真相调查，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有必要各个的名誉平反都是有必要的。那这一些东西，比如说比如说刚刚有讲啊，在各个法律区既然已经有存在，那我如果说不存在，那我们可以修法，或是另外再制定一个单行法啊，比如说有一个真相调查和解，但是是不是再用转型正义？我们刚刚说了，转型正义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你说把它非常矛盾，而且没有统一标准的东西，你只要把它都我个人认为说不需要再用转型正义之后才能够去推翻过往的所有的合法。其实你现有的单行法规，如果要做各个真相调查的，这也就够了。因为你如果要把它说过去合法，现在不合法，其实我们就造成刚刚很多像杭廷顿学者所讲的那样子，就是过往在合法的时候，大家都是大家去一起做。那么不管是在波兰里面也是这样子，不然他原先对刚开始的清洗法，他的版本只有30万人受影响，可是卡钦斯基就是现在的法律与正义党的党魁，实质性的党魁啊，他说这不够，那我就再加下去，就导致70万人都必须去填。声明说，我过去跟共党没有怎么样，就现在呢跑出说，原来第一任民选总统华勒沙，他以前就是那个县民，可是他那个华勒沙跳出来否认说不是，秘密警察档案不足为训。那现在好了，你如果说要征求档案，
到底档案到底是真相可信度为何？黄乐山就说不对，真的那个根本就是构陷的啊，就是构陷。我当时是真的在团结公理里面所作所为，他是构陷我，有计划设计我的，所以他这官司根本打不完。因此就说你要把它翻转过来，你要不然这样，所以我怎么说，不然这个新庄会这么失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涉及面太广，那而且所作所为是让政府有非常多的操纵的空间。那我们刚刚有刚刚还有继续说，当然我也赞成说有很多法律执行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但是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很诚实的，很多法律的推演结果没有更坏，没有更好，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了。因为我们实在是职责之所在，不能够不明讲。我们就说波兰现在这个例子，还有刚刚讲到匈牙利是现在是照他总统公开的讲，总理公开的讲，是总理他公开的讲说，我们现在推定的就是没有自由的民主，他以此为沾沾自喜。他是没有清楚，他有啊，他不是说完全没有，他有，但是他完全被扭转过来。然后他所以说，前东欧国家面对难民潮的时候，通通都是打了。通通都是打，也没有说什么他转型正义是有，但是都是打。可是他所正义那时候又在什么地方？我意思是说，你转型之后，有些公务体系有那个以前合法，现在被推为非法了。好，推为非法之后所造成对公务体系的影响结果，跟以前公务跟以前所合作，就所谓的 collaborator 就是合作者，或者说是这个法奸德奸这些人，而是说民间的潜伏的这刑事人员，或者是潜伏线人等等，他从中被翻出来，就我们就会他有常常说，在档案上，在机密上，就等等，所以社会感情的所有非常严重的撕裂。那我们就说这个还有说像德国的追究，其实啊，这个德国 BMW 这种追究其实是很早就有，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到现在也没什么，他只是一纸声明就轻轻就了事了。那我主要质疑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被轻轻放过就没有了？你针对一个今年九十几岁的已经是曾经当过监狱的前纳粹前 SS 的党卫军的干部有去追诉，那有钱人你就不去追诉了嘛？事实上有钱人就不追溯，因为他说 BMW 和预购 BOSS 就是德国政坛上的金主，谁敢去动他们呢？所以这些人当然就没有被清算。米其林那当然更不用讲了，那法国美食之所在，谁敢去清算他？那这样的争议是正义吗？不是正义啊。你如果说正义只有一种，我很赞成，可是他的争议有被追溯吗？没有啊。有平反吗？也没有啊。他只要轻轻说我觉得很抱歉，什么都没有了，赔偿什么也没有了，就这样子就过了吗？我想这不是正义。可是这些先进国家就以这样的做法说：“哎呀，我这是正义，你们就不要这样，你们就不要烦我了。”好像是说，去那个这个学者们去记者去访问他说：“他说你不要这个已经做好了，不要来烦我了。”这就通通打码，就是通通就结束了。我认为这不是正义，因此我们就说转型正义的事情，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些东西是正义，有些东西不见得是正义，而且你的处理的方法，就好像德国一直引以为傲什么，我刚刚已经就是举出他的例子来，他其实并不引以为傲。我觉得德国很多例子根本就是打迷糊仗啊，根本就是自己往脸上贴金。这两天你就自己往脸上贴金了，我觉得很抱歉，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这个台北跟德国的关系。可是事实上，它就是这个样子。因此说，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处理一件事情。那么它的立法技术，刚刚的柯老师也讲得很好，就是我也很赞成，你要去严格去定它，密度都要小心它。我想这些都是值得赞成。可是是否在适合用这大的转型正义这个理由作为整个反转扭转这整个过去法秩序？个人是很保留的，谢谢。好，各位，我们要先处理一下时间，我们会着眼那个今天这个开公听会本来到12点的这个时间，因为还有登记发言的哈。现在这个算是第二轮发言，目前就没有了，所以但是有我们南投原垦会还有登记这个第三轮发言，我们第三轮发言时间就着眼，然后12点之后，但是。发言时间是3分钟，现在请执行总干事许银灿先生第三轮发言。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对南投来到这，刚才我们台大的教授吼，在这里说的话，台大是台湾最大的，比马英九还大。台大，我问这个柯教授啦，台大恁若有去西投游乐区，恁入去一人拢爱200块的门票，这够合理？迄、那个西投游乐区一个是是要台湾大学森林系做教学研究的所在，台湾大学起饭店
去民宿、去餐厅、去咖啡厅，伫咧营业委外经营。台湾大学就是一个乱源。柯教授拄只讲的遐吼，听听就好啊。你甲想啦，一个台湾大学，一个教育单位，伫南投县管农民管36,000+公顷。你是一个学术单位，你爱甲你台大的学生教好，甲遮个小朋友、学生教好。你伫南投管36,000+公顷的农民，南投县的农民大约个算啊，差不多1,500户，拢有台大的管理。你学术单位根本你都袂晓管理。恁这边溪头是安那，都爱坐人啊，收200块。伊内底森林区，迄是要学生研究的呢，哪会使甲你收钱？台大就是违法，因为我今年54岁，我住南投，我伫隔壁庄出世的。对我来讲，若无死就对啦，即摆差不多102岁啊。阮老爸就是伫台大实验林出世的，阮老爸即摆84岁啊。一日到暗，心肝底就是咧惊呀。我若坐牢啊，即块地，啥物时阵台大农学院会来甲阮收倒去？南投县拢总有1,500户的农民，逐工伫困都咧惊呀。我咧种金蕉，我咧种地，我咧种蔬菜。台大农学院啥物时阵会来甲我收倒去？会叫我去做林？这是阮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一直都是拢有台大咧迫害，所以讲，阮今日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阮就是讲要民进党这个还原历史真相，阮就是要要求讲赶紧来还原阮的历史真相。这块地是阮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唔是台大咧管理的，所以讲咱社会各界大家拢无了解。恩肯农民伫台大内底受到台大迫害是足艰苦的。啊，时间的关系，感谢各位。好了，好，谢谢我们的陈总干事。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哦，就台大的这个行政措施哦，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柯教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因为柯教授代表他在这个转型正义这个的意见，代表他的学术上面的意见，不代表行政单位的意见，好，谢谢。好，这个我们今天的发言都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所提供的意见，今天的发言到此告一段落，所有的发言及书面的意见均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并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的全体委员及本日出列席的人员作为参考。本次的公听会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谢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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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委